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五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25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19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11时55分，下午23分至43分。地点：本院侯龙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0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14人，请假委员林威洲等2人。列席官员司法院秘书长林景芳等7人，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确定确定。讨论事项：以审查委员顾立雄等32人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继续审查委员林威洲等18人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三、审查委员顾立雄等30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38条之3条文修正草案及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法第10条之3条文修正草案。四、审查委员郑明忠等16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40条条文修正草案。五、审查委员顾立雄等31人拟具法院组织法增订第14条之1条文草案。六、继续审查委员蔡宜瑜等17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次会议就第一案及第三案至第五案进行询答，由委员林委员德福等9人提出质询。决议：一、委员顾立雄等32人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部分一。报告及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二、第133条除第6项修正为：一、本法所为之扣押具有禁止处分之效力，不妨碍民事假扣押、假处分及终局执行之查封扣押外，于照案通过。三、第133条之一修正为：非附随于搜索之扣押，除以得为证据之物而扣押或经扣押标的权利人同意者外，应经法官裁定前项之同意，执行人员应出示证件，并先告知受扣押标的权利人得拒绝扣押，无需违背自己之意思而为同意，并将其同意之意旨记载于笔录。第一项裁定应记载下列事项：一、案由；二、应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押标的，但因受扣押裁定之人不明时，得不予记载；三、得执行之有效期间及逾期不得执行之意旨，法官并得于之裁定中对执行人员为适当之指示，核发第一项裁定之程序不公开之。四、第133条之二修正为：侦查中检察官认为有申请前条扣押裁定之必要时，应以书面记载前条第3项第1款、第2款之4项，并叙述理由，申请该管法院裁定。司法检察官认有为扣押之必要时，得依前项规定报请检察官许可后，向该管法院申请核发扣押裁定。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及司法警察于侦查中有相当理由认为情况急迫，有立即扣押之必要时，得进行扣押。检察官亦得指挥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或司法警察执行。前项之扣押由检察官为之者，应于实施后3日内呈报该管法院，由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及司法警察为之者，应于执行后3日内报告该管检察署检察官及法院，法院认为不应准许者，应于5日内撤销之。第一项及第二项之申请经驳回者，不得声明不服。五、第136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43条、第145条、第310条之三、第404条、第416条及475条均照案通过。六、第142条之一，除第一项中，法院或检察官因所有人依所有人之申请等文字修正为：法院或检察官依所有人或权利人之申请外，于照案通过。七、第310条除第一项序文左列等文字修正为下列外，于照案通过。八、第473条修正为：没收物、追征财产于裁判确定后1年内由权利人申请发还者，或因犯罪而得行使债权请求权之人，以取得执行名义者申请给付，除因破毁或废弃者外，检察官应发还或给付之，其以变价者应给予变价所得之价金。申请人对前项关于发还给付之执行不服者，准用第484条之规定。第一项之变价分配及给付，检察官于必要时得嘱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所属各分署为之。第一项之请求权人
申请发还或给付之范围、方式、程序及与检察官得发还或给付之范围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执行办法，由行政院定之。二、委员林威洲等十八人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行逐条审查。第133条、第133条之一、第141条、第141条之一、第404条、第416条、第455条之十二、第473条及第475条均不予采纳。第455条之二，照案通过。三、讨论事项第一案及第二案均审查完竣，并案拟具审查报告，得提请院会公决，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四、委员顾立雄等三十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38条之三条文修正草案及《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法》第10条之三条文修正草案，报告及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中华民国刑法》第38条之三条文修正草案部分，第38条之三除第一项前条等文字修正为第38条之一外，于照案通过。说明二修正为：国家没收或追征之财产，或来自于犯罪行为，或与犯罪行为有关，除新刑法所列举之第三人对没收标的之权利外，基于被害人保护优先原则，被害人确实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债权请求权，亦应得就没收或追征之财产优先受偿，以避免因犯罪行为人履行不能致求偿无门，有害于被害人权利之实施，原修正第二项规定。三、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法第10条之三条文修正草案部分，第10条之三照案通过。五、委员曾明忠等16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40条条文修正草案，报告及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第40条保留，送院会处理。六、讨论事项第三案及第四案均审查完竣，并案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七、委员顾立雄等31人拟具《法院组织法》增订第14条之一条文草案，报告及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第14条之一保留，送院会处理。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八、委员蔡逸瑜等17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逐条审查。第17条，除条文中法官等文字均修正为推事，及第8款修正为推事曾参与被告或关于判断其是否共同正犯之前审判裁判外，于照案通过。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九、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我们今天，我们现在介绍列席官员。首先介绍立法院林志佳秘书长、王全忠副秘书长。总务处蔡卫民处长、秘书处陈习清处长、议事处高明秋处长、公报处尹章忠处长、资讯处高张木元处长、法制局高百祥局长、预算中心方清峰主任、国会图书馆张立敏馆长、中南部服务中心贾宏奎主任、议政博物馆黄淑梅馆长、人事处曾明发处长、主计处黄盈霄处长、监察院监察业务处邬庆文处长、监察调查处郑旭浩处长。监察院监察调查处苏瑞慧研究委员、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处林惠美处长、法规会陈美妍参事、总统府第一局陈敦娟专门委员、国家安全局秘书室唐真检任编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电台与内容事务处谢焕前处长、电台与内容事务处林慧玲检任视察、法务部法制司检察官，啊，对不起，我刚刚没念名字啊，这个检察长林慧玲啊，法务部法制司蔡立清检察官、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兼书记官长洪泰文、国防部公共事务处许维顺副处长、经济部商业司胡美珍专门委员、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团体司筹备处陈家荣专门委员、内政部营建署建筑管理组杨哲伟检任记者、外交部条约法律司陈守汉专门委员、劳动部劳动关系司陈玉文副司长、教育部人事处
争议群专门委员交通部秘书室杨茂森兼任秘书，行政院陆委会法制处核答人研究委员，然后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局许长世副组长，档案管理局食谱专门委员，中选会人事室张芳琪主任，法政处蔡金浩科长，公平交易委员会法律事务处叶天福专门委员，司法院司法行政厅林瑞斌厅长，行政诉讼及惩戒厅林淑婷法官，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政企局尚光琦副组长，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编组人力处陈雅玲检任视察，全序部法规司黄慧琴检任视察。不，我觉得不好意思，我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了，或者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会务人员。我们因为像我们这个国会监督的相关法案，因为非常多，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会排定这个特定的范围哦，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处理人事同意权、程序委员会功能检讨跟开放国会，就是包括录音、录影跟旁听，还有国会频道的部分。那么我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部门应该是不用来的。不是，他有一些是宪政机关嘛，但是你像这个国家安全局啊，然后像这个高检署，或是哦检察总长、国防部、经济部、内政部、营建署、外交部、劳动部。这些教育部，然后交通部，这个应该有很多可以不用来的，所以我是不是现在请这个我们会务同仁检讨一下、如果不需要留在现场，就各自请回了，好不好？我们每一次这个做国会改革的法案动员到这个行政部门那么多人，实在我们重新讲，我们不要因为把所有的几多这么这个上近百个案全部包裹起来，然后大家都。一下子这个所有的行政院都要过来了、好不好，我们这个马上检讨。好，那么等一下就给我一个单子，我在这个台上宣告、你有哪些部门请这个各自请回的、好，我们介绍了这个列席的行政部门的官员。好，今天是继续审查国会改革相关法案，请参考议事日程。本会已分别于3月10日、24日、5月2日及5月16日，也就是本会期第四、第九、第二十及第二十三次会议进行审查，并决议另定期审查。好，我们今天的会议啊，进行逐条审查的法案有三大部分如下：第一，人事同意权，包括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有四个案，程序委员会功能检讨，有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五个案，然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一个案。好，第三个部分是开放国会，包括录音、录影、国会频道、旁听、列席等相关规定，有立法院组织法七个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六个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两个案，立法院议事规则七个案，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两个案，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两个案，然后还有新定立法院，还有新定立法院立法院会议影录音管理播送办法一案，然后新定立法院网路国民提案实施办法草案一案。好，我们现在就先处理。照这个顺序处理人事同意权的部分。人事同意权的部分，请各位看各位的这个桌上的资料，有民进党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修正第29条、第30条，增第64条之一；国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第4章之一，增订第31条之一、第31条之二、第31条之三、第31条之四的条文。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修正第29条，增订第29条之一及29条之二，修正第30条，增订第30条之一，
修正第31条的条文，委员李俊毅等24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修正第29条、第30条条文啊。好，那么，大家桌上都有这个对照表吗？有啊，我们就请看这个对照表啊。好，我们就照这个顺序啊，从民进党党团所提案的第29条开始。29条是同意权行对于检察总长，然后中选会委员、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然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委员行使同意权的时候，要采记名投票。好，那么好，请问各位同仁的意见。好，我再一次来宣告啊。那么我请我点到的这个机关单位，请这个自动离席啊。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经济部、外交部、劳动部、教育部、交通部、陆委会、经管会。好，我再念一次：国家安全局、国防部、经济部、外交部、劳动部、教育部、交通部、陆委会、经管会。好，这个以上机关单位请回。好，就现在。好，谢谢。好，我请问各位同仁啊，对于这个，我们现在可以，针对这个是不是啊要记名表决的部分呢、啊？请各位，因为有包括民进党党团、包括李俊毅的提案、包括时代力量党团，是不是也是记名投票？好、哦，也是记名投票。好，记名投票部分，请各位先表示意见。那个，秘书长，我们是不是要请往前面坐？需不需？好不好？因为我们进入到逐条了，好不好？好。那林委员，因为我跟这个几位报告一下，我们现在进行的哦，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修正案哦，人事同意权的部分哦的修正案，然后现在处理的是第刚刚开始处理的第29条。那第29条的重点呢？我看起来应该是除了通过的门槛之外啊、哦，就两个部分了，一个是通过的门，三个部分了，一个是通过的门槛，一个是审查的期间哈、哦，审查要审查多久，然后第三个当然是可能你们可能最有意见的就是这个记名投票。好，请各位表达意见。好，我们请林德福委员。喂，啊，我想哦，只要记名投票，我认为说这个哦，依宪法第129条，对人的话哦，这个应该都是无记名投票了。那我上次也表达过了，其实你今天设一个投票箱，这个要是对人的话，其实这个人，其实他本身哦，这个我一直认为说他是。这个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一个人选，啊，但是因为他的背景等等，哦，那造成，啊，这个我不得不可能要敷衍他一下。但是你要是今天透过，对人的话秘密投票，我相信我就可以做自由决定。但是你要是说今天，哦，你一定要，这个记名投票的话，那你等于是这个全部都。这个露出来，那你一点隐私的空间都没有。我认为对事可以，这个记名；对人的话，应该是以秘密投票。我认为这样还是这个是宪法所保障的。哦，那你要是说今天，这个坚持还是这样的操作方式，我认为，这个我们一定要表达我们的立场，因为毕竟呢、啊，这个我在。讲更坦白一点啦、啊，今天要是说对人的话，他要是说这个人他有黑道的背景，哦，他后台很硬，哦，那有时候你不得不说，可能我要敷衍你一下，哦，那敷衍你一下，可能，
哦，这个他认为你只要敷衍他，你到时候投票要是以记名的话，那当然到最后，对不对？他认为说你已经答应他了，啊，你不做，到时候会遭受很多的这些后遗症。所以说为什么要设秘密投票？这个不是没有原因啊。哦，啊，你要是说对事的话，那当然没有话讲，对不对？哦，那你对人，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几乎都是用秘密投票。哦，那其实我认为像有一些法官，哦，他这个怎么可以把这个什么量票等等，哦，最后什么都判无罪，我认为这个是有探讨的空间啦，哦，因为不能说，哦，因为判无罪什么，那你也可以啊，把它修正说我愿意量票的话量票，那不愿意量票的话我就秘密投票，保有一些让他有一些这个私人和隐私的一些空间，我认为这个还可以接受。啊，你要是硬是全部都要这个全都入，就是一定要记名投票，那这个里面就衍生很多的后遗症出来，所以说我认为说这个部分啊，你要是说因为记名投票可能就不会贿选，天晓得，对不对？你要是说记名投票就不会贿选，可能这个人要给50，那个人给100，哦，那到时候最后看谁价码高，哦，就给谁，这个也是后遗症啊，对不对？所以说我认为说今天这个记名不记名，我相信宪法里面也阐述得很清楚，哦，我们是希望说不要去把宪法的规范把它推翻掉。以上我的表达，谢谢。好，啊，林委员，我们讨论是同意权，那你讲的有黑道背景，有特定的指涉吗？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讨论是检察总长啊、中选会委员啊、公民交易委员跟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啊，这些同意权当然过去什么样，现在我们就比照办理啊，对不对？好，各位同仁还有其他，来，我们请这个徐委员。谢谢主席啊。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的监察院的院长跟副院长的记名不记名的投票过程当中啊，其实虽然是也是无记名的投票，但是呢国民党的委员并没有完全的支持提名人啊，这个一部分啊，就是说当然委员他不只是像之前各位委员提到的啊，议长应不应该要中立化，包括呢是不是应该要赋予我们立法委员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责任，那么来支持你的这个议长的人选是公开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选举都是如此。那包括在上一次的这个监察院的院长呢，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委员他会考量到其他的因素嘛，那么认为这个院长跟副院长是不适任。如果说全部都是用这种公开的方式的话，那未来没有委员敢去真正的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个意志，那么只能够选择由党意来支持所交付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必须要很审慎的来参考。谢谢。好，请林委员。我想有关这一点哈，你去查查看这一次这个监察院院长张博雅他的投票记录，他只多一票而已，刚好就是低空掠过。其实那时候国民党的委员这个因为我那时候当书记长，我很清楚他只多了一票，要是差那一票他可能就落选，也没有过半所以说我认为说其实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因为什么张博雅他只多了一票，因为他那时候原来是中选会的主任委员结果因为短短的时间里面不到4个月马上转任成为这个监察院的院长，那有的人就对他说你中选会这个主任委员才做多久马上又转任，对不对？所以说大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你不能说用这种一概而论来把它做一个这个定论。所以说我认为说还是维持让大家有一个秘密投票大家的一些想法跟空间而且那时候一次还刷掉11位的监察委员因为就是因为无记名的关系。那你要是说那时候国民党占多数应该全数都会过，为什么一次刷掉11位监委，对不对？你可以把它查清楚，对不对？
一次就刷掉11位哦，提名人哦，对不对？包括院长差一点都没有过，对不对？这个就是你是去把那些资料调出来来了解一下哦，哎，看是不是适任，对不对？不适任也是刷掉11位监察委员啊，不是说全然都全部都通过啊，对不对？这个有迹可查，你去调资料出来了解一下，谢谢。还有各位同仁，还有其他有意见吗？好，那另外我们接下来讨论哈，这个关于审查的期限好不好？因为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同仁啊，他这个意见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啊，我们这个最后要处理的时候再来处理，我们处理这个审查的期限，民进党的提案好像并没有提出，只有少全院委员会的审查期间不得少于一个月。时代力量党团的期间是不得少于两个月，好。李俊委员是四个月。好，请问各位同仁的意见，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这个时间差得很久啊。也就是说，去审查这个包括检察总长、包括中选委员、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委员跟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委员啊，等于是说行政部门必须要在四个多月以前要送进立法院，或是照时代力量版本是两个月，照民党党团版本是一个月。现在没有，好像没有具体的规定。好，请问各位的意见。来，我们请顾委员。其实我不甚理解的，就是说那个审查报告了哈，因为我过去也没有参与过这个立院的那个对同意权行使那个审查报告。交由全院委员会审查，那么当然按照现在各个版本都要举行一个公听会，那在汇集这个公听会以及被提名人的资料，那是要对每一个人每一个被提名人都提一个审查意见吗？还是怎么个做？这个审查报告是委员会哦，这个被交付了这个委员会哦，在经过审查被提名人，然后一般都会有询答，好，然后最后做成审查报告。那这个审查报告有可能做成这个不予同意的建议，好，也有可能做成这个同意的建议，也有可能去说明说去这个审查的个过程啊，有发现什么样的问题，那看审查报告怎么做，然后交到院会。那现在按照各个版本好像都是交到全院委员会审查，那全院委员会审查要怎么凝聚一个共识，说这个审查报告是全院委员会？那我的问题是说，如果全院委员会已经做成了一个决议，是说不予建议、不予同意，那因为全院委员会也等于是全部的委员了，那再交到全院做投票。所以我只是有点好奇，就是说全院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他要根据什么样的流程，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投票，或者什么样的决议来决定对特定被提名人的审查意见的报告？这我有点其实不是很了解，这个设计上要怎么去运作了，这样子。那因为大家好像看的版本都是有提到说是审查后提到院会，但是没有提到委员会的审查是要不要经时代力量有吗？我能不能先请这个立法院先说明哦，这个同意权的这个审查流程好不好？是我们请这个高处长。我报告一下哦，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现行的29条，各位请看一下现行条文。那目前交给全委会审查的
是司法考试监察宪法层次上面的这个被提名人。那依据法律，包括检察总长、公平会、中选会、NCC 这些委员，我们是交给相关委员会来审查。这第一点说明。那第二点说明的是，在审查的流程上面，不管是全院委员会或者是各委员会，他都有可能举行公听会。那公听会是邀请学者专家，然后被提名人不会在场，只是学者专家对被提名人提出一些可能审查上面的建议，或者是认为就是说被提名人是不是合适，或者他过去的一些情况这样子。那然后呢，原则上委员会本身会邀请被提名人来做询问，一方面也给他一个时间报告，说他为什么就是说被提名什么样的职务，他认为他自己过去的这个是不是适任这个职务。那委员相对的会提出询问，那这个在全院委员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好，然后因为有时候被提名人不止一位，可能两位以上，那在我们现行的规定只规定说审查后提出院会以无记名投票表决。好，因此审查报告上面只会第一个是如果有公听会，我们会有一些公听会的记录，会刊载成册。那第二个，审查报告只会叙述说曾经开过公听会，曾经在哪一个时间点开过委员会来进行这个他的说明跟询答，然后就请院会以无记名投票表决。因此不会对于个别的那个被提名人提出个别的意见或者是原则上，但是我们曾经有一次NCC 的委员被提名人，那么交通委员会他们提出来的时候有建议某一些被提名人希望不予这个就是说不予进行投票的嘛，那后来那个是经过党团协商，最后那个部分也不处理。那以上的报告，谢谢。如果如高处长的这个说明的话，那这个三个提案里面呢、是只有时代力量党团有处理到把这个宪政机关跟这个一般的行政机关分开来做这个审查流程，但是时代力量把检察总长放进去这个宪政机关里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黄委员来说明一下？谢谢主席哦。当初在做这个提案的时候，当然第一个比较清楚的是说，现行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就有关于同意权行使的部分只有针对宪政机关去做说明，那其他按照法律的规定必须要经过立法院行使同意权的部分并没有明确的记载。那我们在处理这个提案的时候，基本上的考虑事实上是把它区分成说具有非常高度宪政重要性，交由全院的委员会来加以审查，那其他的依照法律的规定必须要由立法院来行使同意权的，包括了像 NCC， 包括像中选会，包括像公平会，那追求效率性，我们就觉得从各该委员会它所对应的，就是说各该行使同意权的独立机关它所对应的各该委员会来进行审查报告，那这样子就够了。那当然是不是要每一个即使是按照法律规定的部分都由全院委员会来加以审查，大家可以进一步的讨论。那不过当初把检察总长拉到全院委员会审查，是有鉴于检察总长他可能在身份上在地位上跟其他的像各个委员会的委员性质上有点不太一样，他是由总统直接任命的，某个程度上是统帅了整个检察机关。那为了要反映出对这个职务的重要性的考虑，所以我们才在规范上面把它并入第一项，如同其他行政机关的由全院委员会来加以审查。我跟黄委员请问一点，就是说我这是我另外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先不管行政机关，就是我们现在法律各个组织法所定的要经过立法院同意的这些委员也好了，其实坦白讲他们各自的这个性质不太一样。你好比说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委员都是专任的，但是中选会的委员除了主任委员跟副主任他都是兼任的，他每个月是每个月还是
多少多久开一次，为了领个出席费，他也要跟检察总长或者是跟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委员一样，然后到你们立法院来接受同意权的折磨。然后呢，他其实坦白讲，他处理的都是大部分啊，都是一些行政事务，好、哦，通过什么时候选举啊，通过什么，其实坦白讲，这个他的地位跟重要性啊，跟他所要经过的程序似乎不成比例。好、哦，那如果他是不是宪政机关，是一个处理的一个分际了哈。那我们要如果把检察长特别标举出来的话，那中选会应该要特别，是不是要做另外的这个额外的处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处理中选会组织法的时候去处理了哈。但是我觉得您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去这样子再把它区分重要性？我进一步说明了哈，就是说，正如同刚刚主席所强调的那个重点，那更进一步的说明，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把它区分成全委委员会跟各个委员会。那至于说中选会这个机构本身单独而言，我们的想法是说，它是专任还兼任，其实并不是重点，而是它行使出来的权利。那目前我们在选罢法跟公投法做了一些修正了以后，有很多重要决定的权限事实上都移到中选会那边去了。那因此它作为一个独立机关在行使权限的重要性，从国会审查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说经过国会同意权的审查还是必要的。那也正是因为主席刚刚所讲那个重点，所以我们才说没有必要把它拉到全院委员会来加以审查，交由各该负责的委员会来进行审查就好了。那当然，如果这样子的区别，大家会觉得很困扰，就是说不要区别有全院委员会的，也不要有个别委员会的。那不管是按照宪法，或者是我们所标定出来的检察总长，还是其他的法律所规定要行使同意权的事项，全部都要交由全院委员会的话，采民进党的版本，这个时代力量不会坚持。我们比较重视的是接下来在整个审查的程序当中所应该进行的事项。那我只是在这边说明。当初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子的区别，是因为依照各个法律所要行使同意权，交由各个委员会来审查，我们会觉得对于整个立法院议事运作的效率来讲，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好，来顾委员。对，那我现在的疑惑还是在于说，我们的审查意见的报告到底内容要到什么程度？刚刚高处长提到，好像是说，除了有一次交通委员会对 NCC 的这个审查有提出一个建议以外，其他都是一些资料的汇整。那这样的审查意见报告是我们要的审查意见报告。那如果是这样，那当然很容易做。但如果不是，那我们如果要做的是一个有实质建议或者实质这一个内容的一个审查意见报告，那对这样的审查意见报告，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多，比如说是不管是全院委员会或特定委员会，那当时交通委员会在做这样的决议，建议说不予通过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决议吗？还是有一个委员会里面的内部投票吗？那如果以后我们要做到这个程度，那要怎么来形成各该委员会的共识，或者是多数？或者是全院委员会的多数，这个我是有点蛮纳闷。高处长，你要回答？我报告两点哦。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行说另外一种人事审查的这个程序，那要求不管是全院委员会或者是这个被交付的这个相关的委员会，那说他提出审查报告的时候要给出建议，比如讲建议说这个某一个特定对象我们就不投票。或者建议说某一个怎样，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意见，理论上是可以，好，但是我们会碰到一个实务上的问题，就是说，好，如果一个委员会他审查完了以后，他建议某一些被提名人说我不予投票，那这个时候院会要不要进行投票？对于该部分，好，就是说要透过什么程序再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建议案？因为不管是全院委员会或者是这个特定的委员会。他的审查报告都只是一个准备，是给院会做参考而已，他不会是最后的决定，
因此，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院会是不是要就这个部分要再进行处理？好，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各位报告的。那第二个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区分全院委员会跟相关的委员会，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就是通过门槛。因为我们宪法程序的是要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那我们其他的这些那个是基本上是三分之一委员出席，然后出席的过半。好，那当然现在时代力量的提案是二分之一委员出席，出席的过半，所以这一点可能在制度设计上也需要考虑。以上。好，这个高处长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啦，就是说审查报告对于委员的行使同意权的投票也没有拘束力啦。好，那就是跟院会报告说我审查完了，哦，你们可以进行下一个这个程序。它可能它这个功能只有形式上的功能啊。好，请问各位同仁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我们的意思呢？我们现在要审查的，我们就是说认为即使是只有没有拘束力的一个意见的话，那我们现在要求的审查的意见报告到底是要做到什么程度？我们所谓公参考到写到是什么程度，还是怎样？请黄委员。我先说明一下我对于那个审查报告的性质，我自己的理解，供各位委员参考。基本上高处长刚说的没有错，那他对于全院委员在行使同意权投票的时候，不会有任何法的拘束力。但是那个审查报告本身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在审查的过程当中所揭露出来的事实，对于接下来全院委员会投票会有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那在同意权行使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同意，我们现在的重点其实不是在最后的那个投票，因为最后的那个投票是每一个立法委员他必须要为他自己的决定负责任，而且不是只有对他自己负责任，他还要对整个社会、对他的选民来负责任。而他负责任行使最后决定权的基础是在前面的那个审查过程当中，譬如说今天在审查的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不同的在不同历次啊不太一样的人，不太一样的委员会的审查，他那个审查的密度高低其实差别蛮大的。你有审查可以审查的非常的草率，非常的 sloppy， 就是那个审查报告从头看到尾，你会感觉说跟没有举行这个委员会或者是全院的审查一点差别都没有，就把那些人的资料在行李如仪的送给大家做参考。但是你也可以做到的审查是说，去揭露出了他所提出来的资料是伪造变造的，他在接受审查的过程当中说了谎，去捏造自己的学历，捏造自己的工作经历，对于他接下来所要担任职务的专业性或公正性引起审查会委员大家全体的不信任。而那种质量比较高的审查报告的确是会在接下来下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会造成实质的影响。那因此对于这个审查会的报告，我还是会觉得是很重要的东西，虽然它没有法的拘束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做得很充实，如果做得很扎实，那每一个立法委员看到了这个审查报告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去考虑，同时也必须要对外界去说明说，为什么这个审查报告所揭示这一个被提名人有这么多很糟糕的状况，但是你最后还是投赞成票，或者是在审查会的报告当中，这一个人大家不管在学识、专业、经历上都得到各界的肯定，但是你自己最后却投反对票。那因此，那个审查会的报告，我会觉得它的重要性是它内容的质量上，而不是说它最后对于院会在行使各个委员行使投票权的时候会不会有拘束力。好，谢谢。还有哪一位同仁有意见？来，顾委员。所以，我现在的看法当然就比较倾向于说，它是没有决议概念。它是一个审查过程当中还是一个陈述，那个别委员可以对该被提名人也透过那个审查的过程表示意见，但是它不会是形成一个共同的决议，说做成一个建议不予同意啊或同意啊这样的内容，应该是这样子吧。来，尤委员。
好像不限于说他不能够做出建议，说不予同意。其实应该是这样讲了哈，他本来是应该要做出建议的，你审查完之后你要做出建议，好，但是呢，因为这个建议，因为他很难做得出来了，因为各自可能有不同的立场，所以那就是在现场，就像我们审查法案一样，他也要这个审查报告有可能，如果我们要做出建议的话，可能要经过协商，他可能要经过表决，或者要经过像高处长所讲的政党这个去协商之后，那么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就不予投票哈。那类似这个建议，他你很难在这个，我是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在条文里面去定出他必须要提出是不是这个同意的这个建议，但是也很难，大概也不太需要去说这个只是一个这个参考的性质，或者是只是一个会议记录的性质。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有几个事情，这个条文有几个要决定除了刚才的这个记名投票之外，还有一个是他这个到底是要统一都是在全院委员会，或者是要把它分不同的等级，是对应的委员会或者全院委员会。那像时代力量的版本就有把检察总长拉到这个全院委员会，但是像民进党党团或者是像李俊毅委员的提案，就是把所有的同意权都是变成全院联席会，那所以这是第二个要做决定的。第三个当然是门槛，那如果都是在全院委员会的话，它是不是一个门槛，或者在全院委员会也可以有两个门槛，两种门槛，这个是第三个要做决定。第四个是审查的期限，那民进党党团所提案的这个审查期限一个月，它会太短吗？太短吗？我不晓得，我们过去是没有这个期限吗？我们过去没有期限的，对吧？但是另外一点要考虑的就是说，因为现行的有一些规定，它规定如果出缺，那要多久就是提名？像这次的 NCC， 它理论上是三个月前要送出来。那如果我们就规定说你审查就要四个月，那它会整个那个任期的时间点会有一点问题。好，请优委。抱歉，就这部分能不能整理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每各个不同的法，它会有规定说，它应该在几个月前，它必须要就是要再补选，就是要再改选嘛。所以它那个期限是不是都不一致？所以在这里可能要看一下那个公约数，最大公约数吧。感觉是这样了哈。譬如说，监察委员跟考试委员人数甚多了哈。所以他可能需要审查时间比较长，但是你像检察总长就只有一个人，然后呢，像这个NCC 的委员是几位？五位是不是？他的人数都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做一致的规定吗？那周委员，依据那个公平会组织法第四条第四项、中选会组织法第三条第三项、通传会组织法第四条第四项，都是规定说，行政院院长要在委员任满三个月前，依规定程序提名新任委员嘛。所以，我们依照民进党的版本，就是叫不得少于一个月，就起码至少要一个月。那如果说按照李俊毅委员的版本，四个月显然就会超过刚刚这些相关组织法的规定。所以在对照刚刚赵伟举的那个例子，也许就是说最低的限度就是不得少于一个月，那其他有它的弹性，这样子。就你的限制最低限制就是不得少于一个月，那在对照其他的公平会、中选会这些组织法，至少你不能在四个月还没有审查完嘛。所以应该做一个限制，应该就是不得低于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会比较适当一点。好，尤委员，这里要去规范的是说，你不能够，因为这些牵涉到的不管是宪政机关或是一些其实都
一些委员会的这些的重要的职务，所以其实是不应该让他有一个空窗期。所以以前非常不好的案例就是说，这个宪政机关然后就让他一直空摆着在那里。所以其实这里要把它限制的是说，你不能够就说应该最少最多还是最多吧，应该是最多最多不能够超过几个月，就你一定要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审查出来，不能够那个。方言，我想这一次有关于审查期限不得少于多少，大家其实都很清楚，是有鉴于过去在国会同意权行使的过程当中，审查的期间非常的短，那也相当在某一些部分的审查上面呢、有流于形式而草率。那因此整个民间社会对于国会改革的期待，人事同意权这个部分一向是重点。那因此这次所提出来的法案，等于是说国会在相关国会职权行使的时候，透过法律来形成自我的约束要求跟拘束。那如果说按照刚刚之前所讲的法制作业，都是三个月之前行政机关他会把提名人送出来，那非常的好。那下一个阶段就是国会他为了要去符合我们接下来的时程，他提出来了以后，他什么时候要交付审查？因为交付审查这个动作蛮重要的，交付审查了以后才开始进行实质的审查程序。那我也不希望说国会在审查人事同意权的时候，有的时候算是被赶鸭子上架，在很短的时间之间草率为之，那因此才会有这些期限上的要求。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有这个期限上面的要求，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当初为什么设两个月因为在每次人事同意权行使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的共识是说，针对每一个被提名人，应该要个别的来进行审查，这个是重点。那如果说要个别的来进行审查，我们不希望说以前好像出现，提四个大法官，四个一起审，甚至有时候提一批监察委员同时审的情况的话，那个期间上面的要求可能就要顾虑，就是说我们会觉得一个月的时间似乎是有一点太短了。因为你考虑到了说，我们在设计上面的时候是希望立法院能够有这个权限，先发一些问卷给这些被提名人，请他们回答一些问题，还要回收问卷，还要举行公听会，然后委员会还要提审查报告，审查报告还要在一定的期间之前，就是院会开始进行投票以前，一定期间之前送到院会，这样子其他的立法委员才有时间消化那些全部的资料，作为自己投票权行使的依据，所以我们才会把期间定为两个月。请问各位同仁还有其他意见吗？尤委员，其实这个部分呢，它会牵涉到的就是时代力量版的后面的这个整个一个程序的那个部分因为如果说好，我们这一次现在的就是说人事同意权的这个行使，那要像时代力量这样的，就是说一个高密度的一个审查的话，那个时间就必须要长。好，就因为以前我们几乎虽然说你定多久，但其实整个委员会在审查其实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嘛，院会就是一天投票，所以事实上只有两天。那当然在那过程里面是所有资料的一个揭露，那这个揭露的部分的话，当然就会就是看大家。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觉得说，这个部分就到底要几个月，要不要先看后面的那个部分再回过头来看，这样会比较清楚。好，能不能黄委员，您能不能帮忙推演一下？因为牵涉到后面的条文了就假设因为如果刚才如您的说明跟后面的条文包括它可以分开审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个状况？因为当然我们当然不可能每天都在开这个全院委员会不可能每天开在审查这个被提名人。但是如果我们如果要做到。假设他这个审查期间是两个月、三个月，我们不是每天在开会，可能有很多时间是在做审查前的准备那这个部分，你要不要再做一次？大概你们这个两个月是怎么抓出来？他大概时程是怎么推演的？假设我们立法院收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机关的咨文，或者是。这个要我们来开始审查，监察委员被总统府送咨文来，然后我们要开始审查，这个整个这个作业的流程，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刚说过其实蛮重要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交付审查的那个动作，
那也正是因为考虑到了刚刚招委所讲的说，我们不可能一天到晚在开全院的委员会再加以审查，所以我们才会把依照宪政机关跟各个委员会的拆开来。好，那我现在假设以我们现在面临到说，可能比较近的一次就是 NCC 整个同意权审查的过程，我们 NCC 如果我理解没错，是不是任期到7月31号？对吗？好，哦，那个提名的名单是不是已经送到立法院？那立法院交付审查了没有？立法院现在他现实上面已经交付审查，但是只是我们还没有开始实际的审查，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实际的审查作业嘛。如果说我们要往后推的话，就是说在投票前一天往后推，就是7天以前要收到那个审查报告。那接下来是审查报告个别的委员会他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做。那我事实上并不认为说我们一定要先验的决定，不要，这个中文有点怪怪的，就是说先预先的去决定说那个委员会的审查可能只有一天。因为过去在大家参与人事同意权审查的过程当中，当然那个时候 我不是以立委的身份，我是以学者专家的身份来参加这个人事同意权审查，不管是邀请到公听会还是委员会。那时候我觉得最困惑的情况是说，有一些很实际上面的质疑跟都已经被提出来了，但是没有获得解决。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迫于时间说啊不行，我们今天要结束，所以这个事情就到那个地方为止。那也就是说在委员会里面就个别人去进行专业的审查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的预期是可能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我想用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去进行这些审查其实并不为过。那在这个之前你还要举行公听会，然后在公听会之前你还要发问卷。按照我们的设计啊，当然其他党团的设计未必有发问卷的这个动作，我们要发问卷给被提名人，然后给被提名人一定的时间，按照那些问卷的时间来填答。那我相信这个问卷一来一往， 我想最少也要10天以上的时间，因为你还是要给被提名人一定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怎么算我就会觉得说一个月的时间事实上真的太少了。从我刚刚所讲的那些事件上面具体时间上的抓的话，要如何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完成，事实上是蛮吃力的。那当然大家也可以说啊，那他只是说不少于一个月嘛，那也有可能时间上面是比一个月还要长。那我只是说就交付审查的那个时间点不得少于几个月，它有个重要性，就是说它最起码去督促立法机关在自我要求上面，从什么时候交付审查到最后你要投票那一天，中间最少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出来。黄委员，您讲的我了解了，但是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审查？审查期间，审查期间是从交付给对应委员会或者是全院联席会开始到审查报告做成，这叫审查期间吗？原则上应该是，因为我们在院会决定交付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他经过复议期，像这一次 NCC 到明天。好，复议期结束，那所以我原则上我们礼拜三会发文。好，那理论上是委员会收到才开始嘛？才开始计算，所以现在都还不算审查期间嘛？对，要过了复议期开始算。那我们假设哈，算一个月好了，就是我假设我们司法委员会收的，司法法制委员会收到了，我们算这一个月。那如果叫时代力量党团的这个提案的话，就是我这一个月各个党团可能对于被提名人，然后假设是检察总长提出问卷哈。然后我们给他10天的时间准备，也就是说我们开始，被交付了，然后呢，给他10天准备，然后他来答复。我们假设是这个程序大概是2个礼拜吧，然后开始真的进行了这个审查会议。那公听会是在审查期间开吗？还是审查期间之后？在审查期间开嘛？这2个礼拜的时间开公听会，然后对于个别的这个被提名人提出这个审查，那 我坦白讲了，我觉得因为他规定的是下限，这2个礼拜不够吗？因为我们
以过去啊、哦，我提供各位做参考了哈、哦。这个有委员也很清楚了，就过去到常常到后来，问到没有问题可以问哈、哦，也是很多了哈、哦。所以其实因为尤其被提名的人如果少的话、哦，按你如果像检察总长的话，他只有一个哈、哦，那你把时间拉长，其他一方面他有可能不是任期到，他可能是因故出缺，哦，那就要找人代理。那你等于是把这个独任制的这个，他把代理时间拉长了，所以我会觉得哦，我们要不要就这个部分再来？当然可以就后面的这个程序，像游委员刚才建议，我们回头再来看呢、啊。但我觉得你如果实际上去算他的时间的话，这个所谓的审查期间如果是一个月的话，其实它并不短哦，因为比起我们过去啊、哦，就这个黄委员讲的没有错，我们过去其实用很少的时间在审查，也就是开个公听会，哦，然后呢，然后就或者是两天的询答完了，就可能就投票了。那你现在呢？如果照时代力量党团的这个版本的话，我们审查结束了，提出审查报告，七天之后再来投票。哦，当然我不是很理解这个七天之后再来投票的原因了哈、哦，是不是让大家再回头再去把这个资料好好的看一下？但这个审查期间至少有一个月哦。好，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七天之后再来投票。这个时间其实我觉得比起过去来说，其实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改革。来，我们请顾委员。我刚才理解到说，就是说进来了之后交到院会交互审查，我们还要等一个月，那这样就一个月了，已经一个多月了。应该理论上来讲，你要他有个复议。对啊，我知道。那你复议你就等于是有一个空窗一个多月了，对不对？复议期是一个礼拜了，就是一次院会的时间了。复议期是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对，啊，所以前后等于是两个礼拜。但是你还是要经过程序委员会，什么这个程序要跑了。对对，所以以这一次来讲，大概已经经过三个礼拜多了。等到整个复议期过，差不多是三个礼拜以上嘛，对不对？所以他前面三个礼拜，然后我们还要求在两个月或一个月，那个时间会拉得更长。所以我的意思，黄委员，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即便是照时代力量后来后面条文的设计，一个月以上应该也可以让他跑得完了、啊。没有，我再讲一次哦。其实我们按照刚刚那个时间算了、啊，算出来其实已经超过了一个月了。但是我之所以，但是他不照审，他不算是审查期啊。没有，现在嘛哈，我们就把每一栋算清楚哈。第一个是交付审查嘛，好，交付审查以后。假设啦，吼，是不管是全院委员会还是各委员会，他接下来的第一动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的设计的话，第一个是他要发讨论，要问他什么问题，要发一个问卷给他们，请他们填答，填答回来了以后，收集到问卷的资料，开始准备开公听会，因为我们认为在开公听会的时候，被邀请来参与公听会的人，除了被提名人所有的学经历资料以外。所填答问卷的内容，参与公听会的人也要知道，他们才有在公听会上面表达行使权利，就是说表达他们意见的依据。等到公听会开完了以后，再把公听会的意见汇集整理好了以后，现在是开始进行委员会实质上面的审查程序。那过了那个审查程序以后，做出了审查报告，交给院会来去行使他的投票权。刚刚我讲的那个。process 就是我现在初步的评估就是它一定会超过一个月。那当然可能主席也可以做的更。我打个岔哦，就是说我们对于审查期间的认定啊，好，就是说如果照刚才高处长说明的话，它是从开始排案开始算，就是全院联席会或者是对应委员会开始排案，开始这个算审查期间的话，那你前面这个程序大概要跑三个礼拜。那即便是排案开始算的话，它也至少是一个月，哦，那当然，你党团也可以再利用这个还没有程序还在跑前面的这个等复议期或者跑程序的委员会，因为他们把这个提名名单已经送进来了，我们也都知道哪些人被提名了。你党团这个时候也可以就已经可以提出问题啦，你可以经过行政院这个秘书长转交给他们各个被提名人。其实他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你其实让你去提问，让他去准备，他也可以在这之前就可以回答，好，因为这只是在经过这个程序而已啊。
没有，如果说哈后面的程序啊哈是如同刚刚主席所讲的哈，就是说我们不要拘泥于说还要先开委员会才可以发问卷，而是在交付审查的时候，各个党团可以开始提问，可以开始提问卷的话，那我就不会坚持说最少要有两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件事哦，就是说我希望未来整个在国会同意权行使的过程当中，不要出现以前的状况。所以不要出现以前的状况是说，我参加过太多人事同意权的公听会，通常的情况是礼拜五的时候接到通知，说下礼拜一或者是下礼拜二要开这个公听会，然后只有一个 weekend 的时间，然后拿到了只有一些自视的资料，这样对于要参与那些公听会的人来讲，他连一些基础的资料都没有，然后要去参与那个公听会，会搞成那个公听会像大拜拜一样。那未来当然我们在日期上面没有定得很清楚，但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那个过程，就是过去好几年以来，包括了民间监督大法官的联盟，包括了像公都盟，他们很多公民团体在国会同意权行使的过程当中，希望进行的一个理想性的方式，就先填问卷，问卷收回来了以后，这些问卷所有的内容可以发给出席公听会的人，而出席公听会的人，你也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去准备，因为他们还要去收集资料。当然，如果今天我来出席公听会，只是来虚拟一应故事讲两句话，看一看报纸，提出一些问题的话，那当然不用时间准备，大概半天的时间就可以了。那但是对于有一些出席公听会是想真的要很认真去做准备的人，那个真的是要时间，他要去看过这些资料，看他里面想的，如果是牵涉到学者的话，还要去查他以前的学术著作，那个整个工作量，按照我自己之前出席公听会的经验，是要非常，就是说要需要好几天一定以上的时间才有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而在这个公听会有充实有密度的公听会举行完了以后，汇集了问卷公听会的资料，再交给委员会的委员开始进行所谓询答或是审查的时候，这些委员他们手上才会有足够的素材来进行人事同意权询答的过程当中。那我再讲一次，就是说按照我刚刚那样子排，我大概简单的算了一下，就是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完成，事实上是会有困难。那如果说最少是一个月，那主席也才是了说，哎，我们未来是各个党团可能就不用经过委员会，可以自己就先发问卷出去的话，哎，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坚持要最少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各个党团的这个问卷，其实一向过去也不是经过委员会啊，他都是 他过去都是。透过平常，如果是行政院提名，他透过行政院的国会联络，都是经过行政院，然后总统府他就透过总统府。那当然，过去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他们可能打或者可能不打了啊。对对对，就过去是会有这种现象。对，通常不打的是总统府提名的比较多了，恐怕也不一定。对啊。那黄伟，我跟你建议哈，就是说您在这个可以提问的起始点哦，可不可以在二十九条之一啊，我们再来处理啊，因为这其实上就是加一个，比如委员会为进行审查之必要，得以书面要求。那这个部分哦，我们要把它放在委员会吗的要求？其实，如果主席认为可以放宽到各个党团的话，那我会支持这样子的一个修正的方向。哎，应该是不光是各个党团，其实是也。或者是说个别的委员可以提出要求，因为那如果没有党团的委员呢？这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想一下好了。因为基本上，我自己的想象啦，时代力量党团的要求是把过去的这个惯例，因为这个过去提出问卷这个没有行诸，不是规定，好，但是大概尤其是这个在野党通常都会比较提出比较多的问题。都透过党团给行政院的秘书长或是给总统府的对口，请他们转交给被提名人，那我们可以做比较更明确的规定，好不好？所以我对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容我建议啦，我不敢，不，这个黄委太客气，我从来不敢，这个不是我的才是，我的建议就是在这个期限的部分，我们照民党党团的一个月，好不好？一个月以上。好，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到讨论这个全院联席会跟全院委员会跟这个对应的委员会的部分，
委员会，我们一般的惯例上是一个委员会，还是联席的委员会啊？在过去啊，通常是一个。那看起来好像是说，全院委员会开起来是蛮困难的。那但是一个委员会好像又太单薄的感觉。他其实是这样了哈，是，譬如说交通委员会在审这个 NCC 的委员，其他的委员会也是一样，跟我们平常一样，譬如说专案报告，他一样去列席提问呢、啊，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但是因为他通常他也不在委员会，也不会做表决，好，所以就是去问完了，然后这个你要参与这个审查报告讨论，他们也不会拒绝、啊。现在的这个对于这个委员会是现状，是跟时代力量的版本比较接近，但是时代力量又把检察总长拉到全院委员会，但是民进党党团是把所有的同意权都是全院委员会，跟李俊毅党委员的提案也是一样。好，所以我们就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讨论吧。觉得应该要分开了，因为说实在，你在全院委员会的话，说实在，他审查的密度反而没有那么的，就是我们就通常以前就是开一个公听会嘛，询打，还是有询打。对啊，那询打其实也都是很象征性的，有询打，但是也是用比例代表嘛，就是一个，对啊，有正、欸、对对对正常比例嘛，他就没有办法像我们在委员会这样子，你问完之后再问。好，然后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了。在委员会有时候反而是可以针对一个议题，然后很多的委员不断的去再去挖下去。但是在全院委员会的话，就是公听会，公听会完以后接着就询答嘛。那在委员会的好处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你针对这个某一个特定委员，你可以现场就做一个决议，要求他要怎么样，要求行政院秘书长必须要怎么样。那你在全院委员会就很难了、啊。哦、就像好像我们总咨询一样，你把这个被提名人问完之后，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就要接下来就是等投票了，所以这个其实当然各有利弊，因为看起来好像全院委员会比较隆重了、哦，但是实际上它的限制就它就比较不灵活，不像这个个别委员会那么灵活。大法官跟大法官也是全院吗？还是、哦、大法官是全院、哦、OK 那倒差不多。检察总长放进来好了，因为他其实他的地位跟大法官其实一样重要，权力法务部有没有什么意见？不，对不起，高检署了。或者你希望我不要点到你？来，拿个麦克风了。
不是全院的，不是在院里面。然后另外就是说，刚刚委员讨论的那个时间，就是说不得少于一个月，因为法院组织法第66条第13项规定，那个总长在任满前一个月，总统才要提出来。那这样在这边又把它压缩，不得少一个月，那在作业上可能势必会到时候。那总统就要因应我们修法要提早准备啊。那可能就是法院组织法那边是不是也要稍微要调整？那它是一个月。前那前多久？没有，他是任满前一个月。前一个月哦，就是刚好一个月。对对 对, 对，那这边又把他压的说不得少一个月。那总统不可以在任满前一个半月提吗？当然也可以。也可以啊，对呀、啊，是啊。我就说给委员参考。了解，我跟各位坦白说了哈，看起来好像在全院委员会比较慎重，但是实际上哦。如果我今天是执政党，我是把它全部都送到全委员会，一定是这样。当然看起来在那个地方好像媒体比较这个焦点比较集中，但是实际上因为可以审查的灵活度相对是低的，所以请各位再斟酌一下。这个部分刚刚讲说检察总长是任满前一个月提出来，然后大法官、考试委员、监察委员那个是多久以前提出来？这个部分能不能？那个大法官那个部分没有规定，因为像这一次，就我们了解，大法官那个时间可能会比较晚一点。所以他进来之后大概只有2个月的时间，而且会碰到下个会期刚开始的时间，对，所以这个宪政的部分比较没有那个。另外我报告一下，就是说目前是中选会是内政司法，然后那个公民会是经济司法，好，然后那个刚刚讲的那个 NCC 是交通跟教育，好，大概都有2个委员会来审查。公平会、中选会跟 NCC 的那个时间，他们送出来的时间都是3个月前，是吧？其实我刚刚觉得讨论已经收敛了啦，就是说，宪政机关、全院，那其他的依照法律的各该委员会，这个我刚听下面那个民进党的朋友讨论的时候，这个有共识，现在只差一个嘛，就是检察总长，你要放在全院还是放在？委员会，那我在讲，就是当初我们觉得放在全院，是因为说他在地位上面只有一个人呐、啊，他的重要性其实绝对不亚于考试委员跟监察委员，所以我们才会考虑把他放全院。那现在就看民进党的朋友，你们觉得放全院可以支持，那我们就过了。那如果可是你们如果觉得还是要放委员会的话，我不会坚持啦，因为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种问题上面做坚持。所以主席，你接下来就看民进党就好了，我这边都 OK。我要看民进党，要请问在场的民进党3位委员啊，或者法制局有没有什么建议？法制局你们有特定的建议吗？没有哈，好，来3位委员。本来民进党的党版不就有把检察总长放在全院吗？嗯，对啊。好，往下。好了，那我们就看这个，我们就这个部分，我们就支持时代力量的版本，好不好？好，那我现在要请问提名的门槛，我趁李基金还没有坐下来的时候，赶快把它通过，赶快处理掉。提名的不同意的门槛，我们要把它做一致的规定，或者是要做分？那民进党党团是因为把它全部都放在全院委员会，所以做一致的规定了。好，我们现在要决定就是要不要照原来的条文对于。在个别委员会的门槛要如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把它做修改，本来是多少？本来的这个出席三分之一啊，对，因为只要出席三分之一就可以成会嘛，那我们是出席的过半，
啊，出席的过半。现在这个时代力量把它提高门槛到出席二分之一，然后出席的过半。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我们是要用原来的门槛，还是用时代力量的门槛？在实务上面，这个能不能说明一下？实务上这个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理论上，人事同意权，你说会不到二分之一来投票，这个可能性，老实讲不大。老实讲不大，对。除非是要背个，对不对？但是也要有够多的人数可以背个。对了。好，各位同仁的意见。啊，顾委员，我的问题只是在说，当时这一个立法院开会的人数是三分之一，的特别的考量到底是怎么？这是向现实这个妥协了。我觉得哈，觉得实务上一定会有二分之一的出席的话，那我倒觉得人事同意权的部分是经委员会，二分之一出席，二分之一的通过应该是 OK 的啦，应该是 OK 的，应该好。我知道那个全体二分之一是宪政机关是全体二分之一嘛，哦，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啦。那现在我们处理的是。现在剩下 NCC， 剩下中选会，剩下公平舞会的行使同意权是出席二分，总数二分之一出席，然后出席委员二分之一同意。如果各位同仁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就这个照时代力量党团哈的版本。好，那我是不是能够来？不好意思，李委员，你有没有特别的这个意见？我跟你说明一下啊，现在状况大概是这样，就是由全院委员会。来审查的是包括大法官、监察委员、考试委员跟检察总长，然后由个别委员会来负责审查的，就是 NCC 委员、中选委委员跟公平会委员，啊，然后这个审查期间不得低于一个月，不得少于一个月。记名是不是记名投票？那、这个在场的委员大概都支持记名投票了哈，那国民党党团有表达过反对的意见。然后呢，我由全院委员会审查的部分，由全院委员会审查的部分，我们除了原来的宪政机关加上检察总长这个部分，要由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同意。那么其他三个机关的委员，就是二分之一出席，出席的二分之一同意。哦，这样大概没有错吧？哈，嗯，哪两个是一样？不一样，现在机关还是原来的规定，要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这现在机关加上检察总长，要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同意。那这个部分的条文，我们谁可以负责整理？我们请法制局偏老这个能不能帮忙，好不好？好。好。那个另外哦，李俊毅委员的提案有提到这个，还有民进党党团，还有李俊毅委员的提案。有提到这个公听会，那公听会是要定在这边呢，还是我们原来的公听会条文是怎么定的？要算我们原来的公听会条，关于这个举行公听会有没有条文的规定？没有，没有嘛？那是依照惯例，九十二年司法院大法官开始之后，我们对人事同意权有举行公听会，那所以宪政层次的，我们基本上全院委员会都会举行，那委员会就不一定。民进党党团的第二项跟李俊毅委员的提案的第三项所举行的这个公听会，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说，因为时代力量党团他在29条之一下面有一些规范，所以他的公听会时间是放在那个审查准备审查的必要的之后，要求他做问卷或者是做一些回答之后再行公听会，所以可能要先讨论要不要依时代力量的版本哦，要然后才能够讨论公听会要放在哪里。好，那我们公听会的部分在后面处理哈。好，我们现在进入29条之一。时代力量党团提案29条之一、29条之二。是。一个月，对，刚才已经讲了一个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29条之一跟29条之二一起讨论好了。刚才那个10天的这个部分已经大概有说明过了，好，能不能请这个黄委员跟我们说明一下时代力量党团的这两个条文的提案，好不好？之前在同意权行使的过程当中，各个委员大概会拿到的东西就是一般基本、非常基本的学经历啊的资料。那但是为了要提升审查的那个密度啊跟品质，那在不同的被提名职位的讨论脉络过程当中，那其实包括大家最注意的，有包括大法官，有包括像 NCC 的委员，像中选会的委员等等。那过去非常多的学者专家跟民间团体都会要求说，希望能够在他们我们接下来进行正式的询答以前的一些基本的资料，能够透过书面询问的方式来取得。那以民间大法官监督联盟来讲的话，在过去好是监督的过程当中，事实上都有提出这些参考示范性的问卷。那些问卷大概是参访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在国会司法委员会进行实际的听证程序以前，也有这样子的书件问卷的访问。那这样子才能够让被提名人他在所提出来的资料，或者是针对他的职务有关系的事项，能够先知道他基本上面的想法，那作为接下来审查的依据，而不是只有一些基本的资料，再加上一个有的时候看起来会有一点八股的自传，作为一个那个审查判断的依据。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认为在接下来做完了这个问卷的答的来回了以后，接下来在公听会的过程当中，那让参与公听会的人也可以有这些问卷的资料。那作为参与公听会被邀请来的，不管是学者专家还是 NGO 团体，他们在发表对于某一个特定的被提名人到底是任或不是任，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想法，甚至去提出进一步质疑的时候，能够有所本。那这个是我们为什么在这边设计29条之一跟29条之二的理由。好，请问各位同仁的意见。顾委员，现在就是说，刚刚提到因为审查期间嘛，哈，那委员会来要求，那要求了之后下来要，所以要求的期间，是不是只有委员会，还是说是，在交给院的时候，院会就可以？或者是说立法院本身的议事处就可以要求他，还是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了，是不是一定要到达委员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下面那个应据实陈述，不得为隐匿或虚伪陈述的这部分，这个跟后面我们以后要查，要一起配套的那些国会调查权有关，也就是说，他是要引用刑诉法，还是要引用行政诉讼法？想一个
其实各该相关规定都有一些啦。那另外就是说，后面它有一个就是说违反二十九条之一第二项或前条的第三项的话呢，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处置啦，哈。这个处置包括说被监察院移送，那还有要处罚款的问题。那这个因为跟后面整个都是配套的，这个、可能是不是也要说明一下这样子？那那另外当然就是说，委员会的审查，那么他这里有提到是说视为符合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那等于就是说，如果就这个规范上来看的话，就会变成说他当然就他的所相关的一切是要公开嘛，吼，那这个的利用上来讲，OK， 应该是可以用个人资料保护法来做一个相关和目的性的使用了，好，那所以第一个是委员会是不是只有委员会来发出？第二个是那个相关的那个不得隐匿或虚伪陈述的引用的法条依据是刑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法，或者是？然后要不要有罚则？是不是要一并讨论？这个过人的问题牵涉到二十九条之一，还有三十条之一，对不对？好，那黄委员要说明吗？在国会同意权行使过程当中的改革，哈，刚顾委员所提到的那个，大概都会直接触及到核心的问题。在我们讨论这个条文的时候，势必要做出一个政策的决断，这个是没有办法回避啊问题。那现在针对有关于在立法院职权行使的过程当中，现在大家有共识的，我隐隐约约感觉有共识的是，如果政府官员去为虚伪陈述的话，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那社会上面一般的第三人为虚伪陈述，要不要负法律责任？这个是目前争议最大，也引发最多的批评的。那至于说，在人事同意权行使的过程当中，那些人他一方面或许还不是政府官员，可能有些人是了啦。譬如说，有些事务官被拔擢成为政务官的状况，那但是他也不是一般的第三人，他事实上在国会同意权行使的过程当中所提出来的一些资料，那要国会的立法委员们按照他所提出来的资料作为在判断他是不是任的一个基础，那个资料本身的真实性的确保，我们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因此我们所采取的立场是说，人事同意权的被提名人他在国会同意权行使的过程当中，他如果提出一定的虚伪的资料的时候，他必须要去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那这个也是现在世界上面其他国家在那个国会听证程序当中，如果有出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大概基本上都是采取这样的立法例，而且不管是采取内阁制、半总统制，或者是总统制的国家，这个大概是大家采取的是一致的看法。那我们在条文的设计上的时候，事实上是已经有鉴于我国的国情，已经把它温和化了。所以把它温和化了，是说刚刚我在讲的是说，譬如不管是美国或者英国还是法国，他们在处理这些条文的时候，事实上是跟刑法绑在一起的。但是在我国的国情上面，或许大家会觉得这个跟刑法绑在一起太严重了，还有宣誓、拒绝证言等等其他配套的措施，所以我们才会以行政法来当作主要处罚。现在发动这些条文，就是说法律效果的时候，才会在后面的三十条之一做这样子的制度设计。这个牵涉到司法院跟监察院，来，我先请立委员。这个部分哈，不管是宪法机关或是这个独立机关的审查，过去都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是隐匿资料，或是陈述不实，哦，这个被我们抓过好几次。那问题是说，我们立法院目前我们也没有所谓藐视国会的设计，
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处理？是要用这个刑法的部分来处理，或是行政法的部分来处理？哦，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因素。那第二个，过去最常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最常碰到的问题是，只要发现说有这样的情形，他都以个人资料，哦，个人资料不便提供的理由了。哦，那这个部分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认定什么是个人资料或与否？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条文写出来，其实大家要思考一下，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处理这个问题。好，我们包括过去有副院长层级的都没有依照这样来做，也被我们抓到啊，后来才承认，后来才承认。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也是如何树立立法机关在行使同意权的时候的一个威严性啊，还有一个尊重性，这个非常重要，不是当事人告诉你说，哦，我就不便提供，这是我个人隐私，哦，那这样就可以，哦，那不然你就不要来行使同意权，哦，所以 我想这两个部分，请同仁仔细思考，谢谢。好，好，来顾委员。对，那现在问题当然是在处罚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问题，他的问题的适任问题的适格与问题是不是适合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是要讲到说，他要答复与其资格跟私人性有关之问题，并提出相关之资料。那我们是可以要求说，他要据实完全陈述。可是，可能我当然也会要担心，就是说委员有些提出来的问题是那种跟他的私人性没有相关的问题，可能会有这个状况了哈。我们也不敢把握，我们的委员都很有这个啊，都很有素质哈，哦，这个讲话会被批哦。我讲，我收回这句话，这样。对，好，那这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处罚哈，处罚的问题，处罚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被提名人万一后来还是通过了，那后来他经过院会的决议给他做了一个处罚。这个到底是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要用法律来处罚的问题？我不是很清楚。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经过是委员会问出了问卷，然后我们假设是决定是委员会，那委员会决定问出这个问题以后，他不回答，那我个人会觉得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政治问题了。哦，应该不是。单纯再用一个罚款来去处罚他的问题，我会不会？我是这么觉得了。方委员，有两个侧面哈，一个侧面是政治上面解决的问题，那这个就牵涉到国会在行使同意权的过程当中，每个委员他对于他自己职权的行使，那也是因为考虑到对于问题的适任性，所以我们才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由委员会来决定问什么问题啊？如果有一些不是就是显然是很不适当的问题的话，透过委员会讨论，共同的理性会可以把它排除掉。那第二个部分是说，被提名人在国会提交虚伪的资料做虚伪的陈述，除了政治责任以外，要确立法律责任这件事情，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那个法律上面的处罚是不是有实际上面的威吓性等等等等，我觉得那个都还可以再讨论。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message 是说，在我们国家的国会行使同意权的过程当中，被提名人他如果做虚伪陈述，提出虚伪的资料，这一个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而且有明确的法律处罚的规定。我觉得这个态度跟这个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尤委员发言之后啊，我们可不可以休息五分钟，好不好？好，尤委员。就这个所谓的国会的人事的同意权的行使，哈，我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重要的一个问题。那现在这里就牵涉到，就是说，好，我们在行使这个同意权呢，因为依照以往的过去，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而且几乎说我们在选的，好像在选一个圣人。
然后几乎每一个被提名人的祖宗八代全部都会被挖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就说你说他没有据实陈述，我会觉得说这个部分，然后你就必须要把它科予刑责或是科予行政法法，我会觉得过苛。除非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同意权的行使，它不再那么的政治性，而是比较专业性的去审查，然后呢，所有的这些到底他有没有所谓的据实的完全的陈述，是跟他的适任性还有他的资格是有关的。因为在过去呢，其实也发生过，就是说你这些被提名人，你可能要学你的所谓的过去的资历或是你的学经历，但是呢，可能限于篇幅或是限于他可能是说，你可能只能够提出多少，所以在这里就变成说，你个人每一个人会去选择说哪些东西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没有揭露。那通常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就会去抓你那个没有揭露的，可那个揭露跟你的适任性是不是有当然的关系，当然在政治上可能有关系，可是在专业上不见得有关系，所以这时候你没有揭露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故意隐匿或是虚伪的陈述，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通常会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论。那另外的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经验，也就是说好，大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媒体也不断的在攻击，可是到最后行使投票权的时候他还是一样过了，那这个对就这个那要代表什么，那他可能好像他过了之后他要先被处罚或是先负刑责，那今天如果说他是一个大法官或是一个监察委员或是一个考试委员或是一个 NCC 的委员，然后他进来就先被这样的一个羞辱过之后，那他也负了一个刑责，可是他又通过了，他要当上这个职位，那我觉得说市场都会让人非常的错乱。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谈国会改革，的确同意权的行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重要，其实就像刚刚黄委员所讲的说，应该要提出这些非常有专业性的这些的问题，去看出他到底有没有资格或是他有没有适任性的这些问题，然后根据他的所提的这些的问卷，然后去做行使同意权，然后去征询他，然后他里面如果有一些故意的隐匿或是虚伪的陈述，那我觉得说这个去其实我觉得说把他拉下来，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很大的一个一个惩罚了。所以这里我们这一方面给他一个刑责或是一个所谓的很大的罚金或是一个什么，然后另一方面又让他通过，我会觉得说如果造成这样的话，其实是会让人非常的错乱，而且没有是非。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审慎的是是不是真的是有决心，然后将来去审查是完全非常专业性的去，而且高密度的去审查，但是它不应该是沦为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如果是要属于比较政治性的一个审查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把它拉下来它就变成就已经嘿，所以我也觉得说这部分应该要大家去慎重考察。而且这里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在行使同意权的时候，其实是对于国家位居已经是最高的这些职位的这些人，所以其实应该要看的是他的专业、他的适任性跟他的适格性，而不是去看他的祖宗八代。真的，我们不是要选一个圣人。好，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大家应该要再仔细的考量。谢谢。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啊。那个，请监察院啊，因为那个三十条之一这个罚则是牵涉到监察院，监察院思考一下。好，移送监察院，监察院思考一下，好不好？那法制局看有没有思考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意见要提出来，谢谢。
好，我们继续开会啊。这个跟大家报告，这个内政部啊的合作及人民团体司筹备处，我们今天因为可能没有我们审查条文，这个跟他们不相关哦、啊。我们内政部也请回啊。好，刚才请这个监察院，监察院哪一位可以代为说明？我们把麦克风拿过去好了，好不好？好，请吴处长。哎，是，报告审查会哈，在第三十条之一的这个第一项哈的刮胡一的，送监察院依法提出纠正纠举后弹劾的部分哈，我们报告一下。就是纠正的部分是针对机关，所以在纠正这个部分是不是不大适宜？因为纠正是针对机关，不是针对个人。好，那第二个纠举的部分，哈，按照我们监察法第十九条的部分，哈，它是有违法失职，然后应先于停职或其他急事处分，所以如果当然，这个前提，这个条文的前提必须是被提名人是现职的公务员，因为我们是针对公务员。那所以在纠举的部分，他是要先于停止后其他急事处分。那这个在人事同意权审查的部分，是不是适合由他这里要先于停止，也就是他原来的职位要先于停止？那另外弹劾的这个部分，那个我们尊重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决定，谢谢。为什么弹劾的部分，这个弹劾的部分适用对象有什么不同吗？因为弹劾对部分还是要公务员，因为我们前提这个条文的，所以你跟纠举的前提是一样嘛？对，是是，对不对？对，好，各位同仁的意见，有委员。所以他不适合，因为被提名的不见得全部都是公务员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款不适合啊。委员，缓缓的部分，我想还也不适合啦，嘿，因为我想他被主要当然就我念法律来讲，我会担心前面那个处罚的要件不够明确了哈，因为据实，那当然完全是一定要拿掉了哈，完全不完全这些事情实在太恐怖了。那据实的这一个部分，我还是觉得即使是只保留据实。那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据实陈述法？这个当然还是有，我觉得这政治上可以处理它，法律上能不能妥善的处理，这当然是有问题。那再来当然就是说，提供相关资料，这个相关资料的隐匿哈，这个也很容易陷于模糊啦，也很容易陷于模糊。那所以那当然，如果再加上不管是刑诉或行政诉讼法的可以拒绝证言的事由的话，那当然也一样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哈。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是可以规定他应该要据实陈述，不可以隐匿等等。我想这可以，但罚则是不一定要。那当然也因为这样，我是建议那个刑诉讼法的规定，如果要写得拒绝。
什么什么，如果没有法则的话，这个其实是可以不用了，就只要讲说被提名人应据实陈述，并提供相关资料，不得隐匿或虚伪陈述，就可以了。那法则不用的话，就也不用什么得拒绝什么的问题了，这样。能不能跟各位跟监察院请问一个问题哦？这个即便他是公务人员了哈，他因为要涉及违法或者失职哈，那假设一个状况，假设这个吴处长，假设您了哈，我不好意思，假设你吴处长被提名为监察委员，那你有一个这个陈述不实哈，但是呢，那你违法是违反立法委员职权行使法。这个会不会有点奇怪？这是第一点。然后，那你的失职，如果用失职，失职是这个跟你的职务并不相关呐、啊，对不对？那如果用公务员的违法失职，这样能不能讲得通？因为我不是很了解。好，您能要不要说，或者这个哪一位同仁可以就这个问题，或者法制局可以就这个问题看有没有特别的意见？我们请张局长。那个报告主席。因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说，这个被提名人如果是具备有公务人员身份的话，那方才监察院是说明说，公务员如果有违法失职的话，那他当然就是可以移送监察院来依相关规定来提出弹劾。那这个违法失职是违什么样的法律，或是失什么样的职？那可能就是说，等一下如果说像方才我们顾委员所讲的，就是说在被提名在说明的部分，他要据实答复。那这个据实答复的话呢，如果在我们的职权行使法这一次的修正当中呢，有把它列在相关的条文里头，明文规定就是说，被提名人在这个我们的全院委员会或相关委员进行审查的时候，对于相关的询问呢，必须据实答复。那如果说事实的部分，他将来并没有事实答据实答复的话，那他可能就会构成违反这个据实答复的义务。或者是说有失职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如果他是一个现职的公务员，那他可能就会被提出弹劾的一个概念。不过呢，这个要不要去这样去处理，当然是涉及到说我们同意权的行使，如果是一个政治审查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要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罚？因为被提名人他可能有时候他是现任的公务员，有时候他并不是现任的公务员。那只有现任的公务员要有这个违法失职的问题，那不是现任的。那他就变得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那种不平等对待的一个概念呢、啊？以上。好，来黄委员。没有，我再进一步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你刚刚说的不平等对待，就是说你是以完全事前的时候来做预估嘛？然后，那我现在跟你讲另外一个状况，那个状况是说，他在行使同意权审查的过程当中提出虚伪的资料。但是没有被发现，他同意权顺利经，他同意权也顺利过了，他事后被发现有提出虚伪不实的资料，那按照我们目前现行的法制，可以怎么处理？现行的法制的部分，比方说像通传会的委员，或者是公平会的委员，或是这一个那个中选会的委员，他都有一个条文规定，就是说任命的人如果发现他有违法失职的情况。就可以让他免除职务，所以刚刚黄委员所讲的这种情形，就是说你是事后发现的，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任命者，因为他前面是经过同意嘛，后来任命，那事后发现原来在审查的过程是不据实的，是提供虚伪的，那可能就会构成那个法条违法失职的概念，就把他免职掉，大概是这样子，有这个实际的好处了。怎么样？因为我黄委刚才还没来的时候，大概有几位的发言，大概重点是这样，包括监察院了哈，就是说第一个呢，因为这个就算提起弹劾或者监察院来裁罚的话，大概就是针对公务员的部分哈。那如果他不是公务员的话，那就变成说，变成有一部分你会罚不到。那第二个呢，也有委员觉得。因为这个其实政治性很高，那如果我们要用这种准司法的这个手段来处理的话，会怕这个被提名人，动辄处罚，也就是说，
这个条文的字眼规定的是比较严格，好，所以是不是有一个意见是说，就是用宣示性的一个规范，但是不定罚则。其实不是现任的公务员，他接下来还有行政罚锾的问题嘛？那纯粹的只做宣示性的规定，没有去定任何处罚，会让这个法律的规定本身丧失它实际上面的意义啊。所以我大概了解其他委员的意见了。那不过因为这个部分的改革，大概是累积了过去相当多年来，那跟很多民间团体还有学者专家共同讨论所获知的结论，所以就这个部分，如果出委员会的时候，委员会就我们所提出来的条文要保留，我们没有异议见，但是我在这边没有办法同意，就直接不去坚持我们一开始所做的立法设计。好，但是容我先处理另外一部分好不好？29条之1哦，这个的第一项就是我们刚才要提到的这个准备时间哦，委员会或进行审查不是必要，但是如果由委员会提出来的话，这个时间就是一线一势必是要等到交付到委员会嘛，好，对不对？这个时间就是如刚才黄委员所顾虑的，他会拖得比较后面才能提出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都是由党团，但是如果有党团透过党团来提的话，当然时间可以很早，好，他只要这个文到了文这个案子到了立法院就可以提了。那是这个，如果对于个别委员要提，你如果让每一个委员都可以像刚才顾委员的那个顾虑啊，每一个委员都可以提各自的问题，我想这个被提名人呢、啊，可能要应付几百个问题，就又过多。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折中的办法？我刚才想了一下，就是除了党团之外，可不可以有两个提问的来源？一个是党团，另外一个呢是参，就是出席审查会的委员呐、啊。但这个又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院委员会是变成每一个人都可以问的。我不晓得这个如果是由党团提出来的话，会不会有剥夺不在党团里面的委员的这个权利的考虑？那个立法院的生态哈，我会觉得就是说，就写委员会的话哈，那委员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大家要讨论说提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靠，嘛是安尼，足歹讨论的啦。大家拢讲，我嘛要问这個，伊嘛要问那個。我蛮担心，尤其全院委員會，他还是要经过。我是觉得他要经过机制去筛选的、啊，就是过滤整合啊。我是觉得说，那个问卷调查的部分，应该是委员就。委员应该会诊到党团，由党团去问。那这样，否则的话，当时就被提名人他不堪其扰。那所以这里就说应该是要有党团。那如果说好他是无党的话，其实他不是有无党籍的联盟吗？那他们他也可以不用参加联盟啊，他也是可以有非属各任何一个党团的身份。除非是我们做一个例外规定，就是说没有参加证那。没有参加党团可以，没有逃可以啊，可以经过，哎，如果这样可以吗？啊，黄委员，这样可以，这样可不可以？我们用你们的这个10天这个规定了，好，我们用这个包括党团，包括没有参加党团的个别委员，可以在这个他的这个。人事案同意权到立法院的时候就开始提出来。对，这个我完全赞成了，因为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怕被提名人会不甘其扰，所以在问问题的机制上面本来是交给委员会来控制嘛。现在如果要进一步放宽到党团也可以问的话，这个部分我们支持。来，这个在场的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不同的意见？有没有不赞成的？来，请林委员。我想在过去的机制里面就是有一个审查委员会嘛，对不对？透过审查委员会里面，其实他们会去了解到底这个人这个他有没有过去有没有哪些记录啊，哪些问题啊，然后根据这些记录问题，然后提向这个我们很多委员了解，那最后这个甚至于委员自己还会去了解去查哦，有没有哪些不良记录等等，到最后
哦，在行使同意权，当然这一定要有一点时间呐，哦，那我认为说，因为时代力量是本来是提四个月，四个月是过于成长了，嗯，哦，两个月，折中两个月，哦，一个月，所以说我认为说这个事情哦，要是能够维持过去审查委员会里面来把这些内容什么都把它了解过后，再来做处理，会不会比较适当？我跟你说明哦，这个没有牵涉到原来的这个审查的程序了啊。这个是说时代力量的这个提案是说，他们希望能够提出问卷，哈，给被提名人，啊，被提名人要必须要回答。那这个我们也都同意，只是说如果是说要在委员会提出来的话，因为我们从他的这个人事同意权送到立法院，到交付到委员会开始审查，刚才意思是说明说至少三个礼拜，而且时间这三礼拜真的没事情做了，就空在那里了。所以是不是这个我们做一个在程序上的处理，就是等这个人事同意权的这个文到了立法院之后，就可以由委员你想要提问，因为你都知道说哪些人被提名嘛，我就可以透过党团开始跟他们提问了，因为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哦，就开始跟他提问了。然后呢，你如果没有在党团不隶属任何党团的委员，你可以用个别委员的身份跟被提名人提问，那要至少给他们十天的时间准备。那这个三个礼拜还没有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去审查的时候，这三个礼拜等于是没有事情可以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事情。那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做完之后你在委员会就不可以问，我并不是这样，只是让这个审查的基础啊更为的实在了。好，如果各位委员没有意见的话，我们这个部分的原则就这样处理。那我们现在要处理就是回到刚才的争议的部分了。好，争议的部分就是那个29条的，其实不是29条之一啊，其实看起来是没有争议了。如果这个部分解决是没有争议，是30条之一的争议了。好，所以29条之一的部分，我们可不可以，就照原则上照时代力量的版本，我们修正之后通过，我们请法制局协助来整理条文。来，我们请张局长。那个报告主席，那方才刚刚主席讲到说29条之一，因为这个不要以委员会进行审查为一个时程的起点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字的部分哈，我们会建议这样修正，就是按照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版本，29条之一，我们把它写成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权时，各党团或未参加党团之委员，得以书面要求被提名人提出其学经历及财产申报资料，答复，这个复是光复的复，答复与其资格及适任性有关之问题，并提出相关之资料，然后分号，被提名人之准备时间，不得少于10日。这个是第一项的文字。啊，你是说审查被提行，是说行使同意权还是？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就是这就能够咬住刚刚主席所讲的，他送进来的时候，各党团跟未参加党团的委员就可以先去弄问卷了，而不需要等到委员会交付的时候，因为前面有个三个礼拜空档都没有事情可以做。这个如果说政策上要这样做的话，文字可以这样形容，因为我们刚刚前面的29条已经用分流的方式，立法院依宪法行使同意权，立法院依法律行使人事同意权。这样去咬住他那个文字，就前后是一致的。那哎，那个主席，那个学经历跟财产申报资料，不是一开始送进来的资料里面就有了吗？好像不是要那个。对，所以他有时候提名机关一过来的时候，就已经送了学经历资料，所以说这个文字的部分，财产申报资料也都有啊。对，这他送这些资料是我们本来法律就有定吗？没有了，他只是惯例上提过来。是列到党团的话，我会建议就是直接拉到得以那个得以书面要求被提名人答复就好了。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是党团的话，党团是没有，当然没有什么道理去跟人家要什么学经历跟才能什么。那当然，这惯例上这个他本来就应该要送过来的。所以党团的重点应该是在要求他答复跟他与其资格跟私人性有关的问题了，应该重点当然是在这里了。
好，来，请黄委员。学经历资料跟财产申报资料的主动提出，如果要写在其他的条文当中，我没有意见。那但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以你寄存提出来的资料，事实上是还有可能产生下一个问题。譬如说啦，他的学经历资料上面提说，我是在美国，西北东西大学取得管理学硕士。那我们可能去查那个资料嘛？遍查所有的资料，我找不到一个大学叫做西北东西大学。那我这个时候当然有必要去问那个被提名人说：“哎，那请问你这个西北东西大学是坐落在哪一州的哪一个城镇？啊，你相关的证书成绩单是不是可以稍微提供一下？”主要的在考虑是在这个层面上面的问题。第二个还有啊，我在讲了哈，譬如说今天他主动提财产申报资料，我看完他所有财产申报资料，但是我所掌握到的资讯是说，他从某 A 公司每个月固定领了所谓的特别顾问费新台币10万元，他没有揭露在这上面。那这时候我就有进一步有必要去问啊，说你这个资料是不是完整，是不是有疏漏，那是不是有从 A 公司去领取任何的费用？那这个时候会科予他进一步针对这些问题去回答的责任。所以这里其实是两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说，他们就进行审查的必要，他要提出他的这些学经历跟财产申报资料，然后呢，就说各个党团或是就说没有党团的这些的委员，他们也可以就说进一步的去要求他补充。好，这些的学经历啊、财产资料，或是跟他事格有关的这些的问题跟资料，我会觉得一个是补充性的，一个是基本的。那基本的其实应该是委员会或是院会那时候一开始就要叫他们提供来，然后后面的其实是一个比较补充性的，还有那个问卷的这个部分。我能不能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规定？我再次确认，我们有没有规定他们送？没有规定，是同意权来要付谁要送进来的资料？没有规定，他基本上是这样，学经历，还有像大法官，他会有一个相关的学那个著作，好、哦，甚至包括那个著作的东西都会送来。那但是那个财产申报资料基本上是不会，因为财产申报资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除非他原来就是现职公务人员，好、哦，他才会有那些财产申报资料。好、哦，那现行的规定是没有哈、哦。那比如讲，这次 NCC 五月委员，我们目前查起来是没有财产申报资料。嗯，好。所以来，请黄委员。因为我是觉得，其实我自己过去参加的经验，我会觉得蛮不一致、蛮混乱的。因为我有参加过那个考试委员的全院公听会，考试委员是有附财产申报资料，所以等于是有的有，有的没有。要不要干脆利用这一次的时间，就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主动提出的资料包括哪些啊，第二个是。接下来问卷如果要追问的时候，那个问卷的射程范围包括哪些问题？李俊毅，其实这个部分哈，学经历跟其他的相关资料，他本来送来就应该送来了。好，那过去有发生过的问题就是他经历有部分是隐匿的了。好，比如说他参加过国民党的智库，写过什么文章，领过国民党多少钱，他都隐匿了。好，类似过去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所以这里再一次要求是这个部分。那至于说这个问卷的部分，过去发生过的是党团也问卷，但是被提名人都不愿意答复了，哦，不愿意答复，所以这个部分做概略性的宣示性的规范，哈、哦，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哦，我觉得是有必要的。那这个部分就是最重要，其实是这两件事情嘛，哦，一个党团要对你的问的问题，给你一个问卷，那你不应答复。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学经历，你如果有隐匿，那当然。这里要做一个宣示性的规定嘛，哦、那否则的话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至于刚才提到的所谓财产申报，哈、哦，连立法委员选举，你要参加选举，你要被提名就要送财产申报了，为什么这些委员要提名不必送财产申报？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来，接下来刚才是游委员嘛？我不晓得现在应该是不是宪政机关。那时候就说在被提名的时候，其实那个财产的申报资料，其实里面它就一整套制式的，它包括体检表，还有财产申报，还有你到底有没有双重国籍等等这些全部，还有你的学经历，还有你的所有的著作，
等等，全部都是一整套的送过来的。那其他的我不晓得，依照法律的，就是中选会啊，还有 NCC， 还有这个公平会，还有检察总长是不是没有这样的要求？那我觉得说，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条文里面就直接第一项先把这些就是定下来，那第二项才去做补充的这些规定。二十九条之一，时代力量的版本提出的是学经历、财产申报资料，就是这两项啊，学习。那大家觉得够不够？其实我们很多的好像是规定你不能够有双重国籍嘛，所以那个双重是不是双重国籍那个部分也是必须要具备的啊。因为这里等一下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所谓的这个是不是消极的消极资格条的资格，它这个其实这是行政部门要去，你在提名的时候你要去把关的啊。那本来就有规定啊，那个他这个应该是不言自明，他不需，他如果对国家忠诚，他如果不他如果违反这个规定，他就是违法了。那个我觉得是行，你提名他的人要负责啊。你如果提名了一个有双重国籍的人的话，那你要负责啊。这我没有特别坚持的，我只是说好像。哪些资料这个事情哦，应该不需要放在我们这个里面规范那么具体性命。我可以想象哦，大概也没有人说会不提供这些我们要的资料。那我们如果建立一些惯例，不同的兼任的专任的哈，要求他不同提供，比如说大概财产申报资料，这可能就是一个可以也是可以的。那要求他提供，我们主要可能重点还是在于现在规范的是要求他要答复这些相关的问题吧。那这些资料到底要怎么去规范？那么问一个问题哦，问一下监察院哦，这些我们刚才提的这些职务，他都必须要申报财产吗？他当他就任之后，譬如说中选会委员要不要申报财产？是报委员，如果就任以后是需要申报财产。然后刚刚有委员提到说，为什么选举的时候要申报？那是因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里头，它明文规定的某些特定职务跟职等的人要申报财产。另外，针对选举的候选人部分是，也是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里头明文说，总统、副总统跟县市级以上之公职之候选人，应准用本法之规定，在申请候选人登记时要申报财产。所以我比较会建议说，如果用申报财产申报的话，因为一般都会想到是财产应申报财产的财产申报资料，是不是可以就是财产资料就好了？然后由立法院这边去比较规定，这些人应该要被提名人应该要申报财产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格？报主席，我们请张局长。那个有关于那个资料的主动申报或是被动提供问卷的部分，主动的部分哈，提名机关要主动的部分，在我们的三十条民进党团的提案就已经有提到了，他在第三十条前段就已经写说，被提名人的相关学历、经历、财产资料，他还不写申报、税务、刑案记录表，应由提名机关要来提供，所以这个就是主动的。那被动的部分就是时代力量的二十九条之一，就是说为了审查的必要，可以用书面去要求。所以我们是主动跟被动是可以把它做一个结合的规定。那因为它这个一个顺序，它是在委员会审查之前，所以它的条次的部分呢，我们会建议说，如果可以放在二十九条之一也可以，因为现行的三十条是已经进入到审查会了，那之前是在收集资料，被提名机关是送资料过来，然后呢？我们的各党团是要求他提供一些问卷，那写法就是看要怎么写。高局长的意见，各位，我们请黄委员。我那个结合高局长的建议，我具体建议如下，就民进党党团的提案三十条的前面的部分，就是被提名人之学历、经历、财产、税务、刑案记录表及其他审查所需之相关资料，应由提名机关于提名后七日内提供。这边可能就把它改成委员会。
参考。那这个把它列成某一条，譬如说啦，是29条之一，他刚刚建议的第一项。然后我们提的版本呢，就拉到第二项，委员会未进行审查之必要，得以书面要求被提名人答复其前项所提之资料与其适任性有关之问题，并提出相关之资料。那被提名人的准备时间不得少于10日，就把本来民进党的主动提供拉到29条之一的第一项，我们进一步的追问的拉到第二项之下。黄委员刚才的建议，那个第一项的部分是送给委员会还是送给立法院？可以把它改成送给立法院了。根据法制局跟黄委员的意见，就是把29条之一跟30条就结合在一起处理。30条的前半，我民进党党团提案的。好，请问各位的意见，有委员。那个，我赞成刚刚这个黄委员还有法制局的意见哈。那刚刚那個委员所提到说，被提名要求被提名人要答复前项，我觉得可能是应该是说要补充说明吧，要求被提名人补充说明，然后并提出资料。补充说明其学经历及财产申报，或者补充说明前项资料，然后并提出。它原来是一个前后的概念嘛，所以我们把它第一项已经列成它主动提供，后面就只要答复以其资格及适任性有关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资料就好了。对对对。那主席，我把文字整理一下吧。好，谢谢。好，那29条之一呢？如果按照刚刚主席的财政委员的意见哈，我们把民进党团30条的前段列作29条之一的第一项，那文字如下：被提名人之学历、经历、财产、税务、刑案记录表及其他审查所需之相关资料，应由提名机关于提名后7日内提供立法院参考。据点，这是第一项。那第二项就用那个时代力量的29条之一。第二项是，因为前面已经是立法院参考，所以这边就不用写，就是立法院各党团或未参加党团之委员。那因为党团的部分，我们组织法政团是准用党团，所以不用再特别名列。就是立法院各党团或未参加党团之委员，得以书面要求被提名人答复与其资格及适任性有关之问题，并提出相关之资料。分号，被提名人之准备时间逗点不得少于10日，这个是第二项。那至于等一下公听会，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证人的那个，还要再继续讨论。原则上是这样子。好，那本来时代力量党团的第二项、第三项是就变成第三项、第四项。是这样吗？另外就是报告主席，因为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29条之一的第二项，有关于那个证人拒绝证言的部分，到底要不要用到刑事诉讼或是行政诉讼的一个概念？那它的那个比例的部分，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政治审查，刚刚那个游委员有讲说，是不是要做到后面还有一个法则的规定？另外就是他委员会的审查涉及到各资法的一个增进公共利益事为的规定，因为各资法是法务部在主管的，那这边在提供资料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去明定这个公务机关跟非公务机关的概念？可能要请法务部针对29条之一的第三项来做实务面，它能不能去运作？您的意思就是说，刚才顾委员也提到过的，原来的条文的第二项是用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各资的保护的这个界限。那我们先请法务部针对原来第三项做说明。这个
部分，原来29条之1的第三项是关于这个委员会的审查。那这个部分的话，第一项、第二项的部分的话，修改之后应该是变成就是说，我们在于取用资料的一个收集跟处理的一个情形。那第三项的部分的话，就比较像说以后我们取得资料之后的利用的部分。那利用的部分的话，原本按照29条之1的规定的话，它其实它的落款是说在于这个委员会的审查。那其实我们看起来的话，就是说它如果说它的这个资料的利用的话，是用于这个委员会的审查的话，其实应该都是在目的内的利用。那其实本来就是说依照这个16条跟个资法16条跟20条的规定的话，它本来就在目的内的利用应该就是可以利用的。那如果说那个要符合这个第二款跟这16条第二款的部分的话，它是通常是在目的外的一个利用。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觉得说它这个落款已经落款在委员会的审查，我们当然就觉得说他应该是要做一个目的内的利用。那如果说要做一个目的外的利用，我们还是建议说要回到个资法的一个每一个个案去审认说他是不是符合这个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而不应该说他直接就把它当成说都是视为，那他这样以后审查会的审查他是不是就是拿到这些个资的话，他可能都可以做一些目的外的利用。对，以上建议。好，针对法务部的余力，我们请黄委员有意见，谢谢。当初在写这个法条的时候啊，本来就是在委员会审查为审查之目的所使用，那认为这是公共利益所必要，那排除个资法那个部分的规定。那刚刚法务部的那个代表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说明跟解释，如果实际上的运作真如同他所说的话，那我可以接受。那现实上，我们过去常常发生的状况是，你要求他提供，他就说这个是我个资的保护，然后陷入各说各话的范围。就是对于被要求提出来的人，他说这个是我受个资法的保护，我可以不要提。那但是从立法院进行审查的必要的立场是希望他可以提出来。那两边的意见僵持不下，到底是要提还是不要提，算不算是个资法保护的范围？因为在过去国会审查的过程当中哦。去滥用个资法的解释，就滥用个资法作为屏障的例子真的太多了。包括说某些特定的人，我还记得，上一次上个会期的时候有问说，那你有没有去过总统府？那你有没有去过总统府这件事情？结果竟然还被说，哎，这个是我个人资料保护的范围，这个我没有必要去做说明。然后在委员会当中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去提出这种荒谬的法律主张。可是，在立法院面对这样子拒绝回答的过程当中，他等于是束手无策。那因此，就这个法律条文在后面那一项的部分，就是说要怎么样写成像是刚刚法务部的人讲说，是目的内范围等等，那文字上面可以调整，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法律原则必须要确立下来。部委员建议就是说，法务部把那个条文弄成，就是其实我刚开始。一开始就讲就是属于和目的性的使用的文字啦，那因为他现在的二款好像是目的外的，是不是？对，那现在的意思是说啦，要让他明确说委员会的审查不得以说有个资法的事由而拒绝来提供这个意思啦，啊，我们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他不能够以个资的理由来排除我们对他的审查啦，啊，这样的文字。所以这个部分在个资法，它其实对于个人资料的话，它层次有分成是收集、处理跟利用。那其实收集跟处理的话，应该是在我们刚刚通，就是刚刚有共识的条文21，就是第一项跟第二项的部分，它有提供的义务，那个部分应该就可以来处理它收集、处理的部分了。那这一个部分的话，第三项的话，应该是比较属于在利用的部分，而不是在于处理。他收集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才会刚刚说解释上起来的话，因为他16条跟20条的话，他在个资法的落款的话，也是在专门处理个人资料法个人资料的一个利用，而不是他收集的一个范围内。对，以上，因为收集的话，可能是在15条跟19条去处理，对，所以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对。主席，因为我们刚刚29条之1已经参采了民进党团的30条的前段，跟时代力量的29条之1的第一段，也就是说，
被提名机关七日内或要送很多被提名的相关个人资料过来。另外呢，第二项，各党团跟未参加党团委员可以用问卷书面要求被提名提供一大堆资料过来。那这一些资料呢，现在就是要处理到时代力量党团二九条之一的第三项。如果这些资料的收集、使用跟利用，如果碰触到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时候，会不会有黄委员所讲的当事人说，这是我的个资，所以我不能提供？那事实上，我们在这边就是要做一个排除的动作。那因为收集跟处理本来法定机关基于法定职务，我们立法院为了行使人事同源，本来就是可以收集跟处理。现在是要突破的地方是利用的部分。那因为个资法按照这个刚刚法务部所讲的那个十六条跟二十条，它一个是公务机关跟非公务机关，所以如果说要去突破，我们政策上要去突破这个概念，不要让被提名可以用个资法的一个概念去不愿意提供相关资料，那我们这边应该是写成说前二项，因为第一项已经是主动的，第二项是被动的，前二项资料涉及个人资料保护法锁定被提名人个人资料之利用者，视为符合该法第十六条第二款锁定之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之事由就可以了，就咬住了。好，以上。法务部再报告。对，所以我们刚才有讲过说，如果说你是要把它视为说是一个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其实这个还是要回到个案去看，真的不适合说直接一律的都把它当成是视为，因为这样可能将来的话，不管你怎么利用，其实你没有一个机制可以说它其实是目的外的一个利用，那全部的话它都是可以拿去利用，那其实对各自的保护其实是没有这么的妥适的。所以我们还再进一步请教法务部，在委员会审查的过程当中予以利用应该没有问题，这是目的内利用。对，那第二个就是我只是希望把这个原则给写清楚啊，我并没有意思说要拿到委员会审查以外的范围去用。对，那第二个是为什么在这边要一律性的排除，是你要个案去做认定的话，像这个个案纷争的解决机关你要设在哪里，就是被提名人认为说他没必要给，那委员会是认为说你有必要给，这个部分处理的程式应该在利用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审查会然后利用它，可能就是觉得说审查它是不是适合说有适任性的这个部分已经是不是在收集的那个部分了，所以可能因为收集部分应该在第一项第二项应该就已经可以达到委员的一个要求，那只是说我们取得这个资料以后我们要怎么利用，那这个利用的话因为在个资法的话它就有分目的内利用跟目的外的一个利用，那针对目的内的一个利用的话当然是可以，那目的外的一个利用的话我们需要说有一些特别的一个规定，比如说它可能要增进公共利益的时候我们才允许说它可以去目的外的一个利用，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还是建议说可以回到个资法的一个规定去是具体个案去看，因为如果说我们单纯的都只是在审查它的一个适任性的话，其实都应该是在目的内的利用，就对，不会有这个疑虑。我再说一次啊，就刚刚你讲的我都同意啊。那每个个案都是按照你所说的，就当然是在目的内的利用的话，我们今天不用处理这个条文了、啊。但是过去在各个委员会、国会当中已经发生过太多次的例子啊，明明就是属于在国会审查目的内有必要的资料，去请他提。他还是不提啊，所以这个是处理这第一项、第二项，他应该要去收集的部分。我能不能跟法务部请教、啊？对，你能不能举一个实例来让我们理解你们所担忧的状况、哦？就比如说，他提供了他的学经历之后，那通常依照第一项、第二项，我们就会请他提供嘛，因为现在规定在第一项、第二项。那第三项的话，就是委员在进行审查的时候，他当然是就可以利用，因为。利用他这个学经历来审查说他是不是人，那如果说这时候如果说他可能把他拿去做目的外的利用，就不是在用于说这个审查会审查的情形的时候，委员把这个学经历拿去给诈骗集团、嗯、或是说我对了，就是我们讲的比较极端一点、啊、对，那我要请问就是说，如果以刚才法制局的建议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吗？会不会其实我觉得以法制局的建议的话根本就不用落款，因为他可能就是回到个资法的规定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处理的。对，不是嘛？对啦，所以我在强调你说的我都对嘛，但是
我已经看过，就是说黄委员意思就是说了，就是这样子，就是两者之，就是两难了。哦，就是我如果我今天你不给我，我对你莫可奈何。但是我现在你必须要拿给我，那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必须要限制这个使用嘛？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兼顾这两者了？就是你必须交出来，好，你必须在第一项跟第二项，我知道了，你必须交出来。然后呢，必须交出来之后，我的使用，好，我的使用是我在审查会对这你交出来的题目跟你对你质询，或者我把你交出来资料去交给一周刊。哦，这是两种不同的状况。那当然，他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在审查会对他质询，是不是这样子？对，这个没有问题嘛？审查嘛，对。可是你就不可以把这个东西去交去外再泄露出去？你做公开的质询，这个没有问题啦。那你是你交给其他的人去爆料，或者是交给那个好、哦、去做其他处理，那就不行。那听起来我们也。大概不会这样用，也不应该这样用。那所以，我坦白说，我听到这边，我是不了解说，如果根据我们法制局的条文这样子定的话，法务部会有这个疑虑。那我们难道没有办法？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第一项、第二项定了，他就不能不提供了，所以你就不要再去定后面的这个，去排除这个。那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不晓得黄委员根据。或者是法制局根据法务部的解释，我们修正的条文的第一项、第二项是不是足以解决黄委员的疑虑？关键在这边嘛，对不对？我可以提一个折中啦，就是前面所定的，他不可以再按照个人资料保护法作为主张他拒绝提供的理由这一件事情，你不要写在条文当中，你最起码要写在立法理由里。我在说刚法务部讲的，我都了解。我也都赞成，但是过去在国会里面就发生太多对于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荒谬解释嘛，就要求他提，明明就是跟立法院职权行使有关目的范围内，在委员会里面所进行的事项，那被问的人或是被提要求被提供资料的人，他还是说我拒绝提供，这个是我个人资料保护法啊，我不客气的讲啊，做这种法律解释的就是法务部部长。啊，部长跟你的解释跟你今天在这边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啊！我之所以敢这样点名的讲，是因为那次的委员会，我刚好是那个调阅小组的成员，我坐在下面听，听到快要爆血管了。就是说，怎么会用这种东西，用个人资料保护法在拒绝提供？我讲的是2013年秋天、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针对那个立法院被窃听的事件所举行的。就要求提供一堆资料是为了救民真相所必要，结果他通通说这个是个人资料保护法所保护的个资，他在委员会里面没有办法提。那如果在这一次修法过程当中没有把这个问题厘清的话，相同的争议以后会不断的继续延续下去。所以就刚刚法务部所讲的那个原则，前面一二项本来就是你要提的，你不能用个资法当作理由去拒绝提供。为了怕这么明显的法律解释不写在条文里面，你的意思是说不用写在条文里面，大家应该就要知道。但是我现在告诉你的是，从过去发生的历史，就一堆人装作不知道应该要这样解释，其中包括法务部部长。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是不是就你刚所那个解释，我可以同意最后一项不要列，但是在立法理由当中白纸黑字把这个东西写下去，那大家都以后都知道，这个就是你。以后要提的，你不要再告诉我说这个是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所保护的资讯，你可以拒绝提供。这样法务部还有意见吗？如果这样子处理的话，如果没有意见。好，对，来我们请理由的部分就法务部可能要把它按照委员。这个等一下我们不会马上处理到这个，因为我们还有哈，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有时间。但是回到原来的第二项的部分，哦，是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的程序？那我们请游员这里呢，如果明白把它加上去，就是在第二项的地方，就是说不得隐匿或虚伪陈述，那亦不得以就是个资法的，就是个人资料保护法，拒绝提供，唯有拒绝提供，就是说直接明白把它规定下去，是不是就会比较好？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三项的这个部分呢，我想要请教法务部的，就是说，好，你不能够把它提供给这个。一周刊啊或什么，那你能不能去开记者会把这资讯公开，
可不可以？那这算是墓地外使用吗？对，这个因为我们当时在研究的情形是说我们觉得说在这个落款在审查会，我们希望说他还是就利用在审查会的审查里面作为一个目的的话，所以我们落款的话就是在审查会中的话，我们就认为说他是作为一个目的内的利用。那至于说其他的一个情形的话，这可能要依照个体具体的个案来去判断。对，现在可能还是要求在审查会使用，听起来是合理的。对，我坦白说，听起来是合理的，因为你审查会也是公开的，所以其实你有机会把这个资讯，其实是有机会公开嘛，在你透过询答的过程啊，是不是这样？说你已经在审查会公开的东西，那你不能够在记者会再把它提一次，这就违反个资法，这有没有很奇怪？因为如果说他不能够公开，譬如说我是要秘密审查，所以媒体都不能够报道，那当然这就是保护个资，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当我们审查的时候，事实上所有这些资料，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公开审查嘛，所以这些资料其实是已经曝光的。那我把这已经曝光的东西，我开记者会，让社会就是让社会大家知道说你这个虚伪不实，那这个算是目的外使用吗？如果我们提供给媒体，也担心说媒体把利用这些资料又一直扩张，然后呢，就是做一些就是绘声绘影，然后做不实的一个就是函射啊，或是攻击。那我觉得说这不妥。但是如果说好，今天就说用这个资料，然后开记者会这样子，不可以，也算目的外使用。因为我是觉得说这个应该把那个界限划清楚。如果说不行的话，那就是大家就是守这样的一个，那这个部分可能要讨论清楚。这个部分可能要再花一点时间要想一下吧，哈。那我能不能问原条文的原来的这个草案的第二项的部分，行政诉讼法跟行政诉讼法能不能跟我说明一下这个差别是什么？哪一位可以说明？简单的讲，就是行政诉讼法拒绝证言的事由比较宽，然后刑事诉讼法比较窄。啊，如果要做具体的对照的话，大概就把那些条文的情况啊，把它罗列下来。因为行政诉讼法比较多的是说，跟自己的一定的亲属，或是有业务关系有关的人所受到的事情，他通通都可以拒绝证言。那刑事诉讼法比较重视的是当事人个人本身他法律上面权益的保护，主要的差别在这里。用刑事诉讼法的话，被提名人受到比较多的的约束，用行政诉讼法，他受到比较宽的这个，他可以拒绝的这个比较宽了，对不对？应该这样讲嘛，好。好，请问各位有没有特别的意见？有没有包括法制局、包括法务部、包括各个相关的机关或者在场各位委员，对于这个用行政诉讼法或刑事诉讼法有没有特别的意见？哎，请周委员。主席，确定现在是在还是回过头来讨论三十条之一吗？不是吗？现在是在29条之一。我们没有，现在没有处理到法则，我们还是处理29条之一。现在第一项、第二项确定了，然后呢，第四项的部分就是修正之后的条文的这个第四项的部分，现在有争议嘛？好，现在这个争议先搁着，大家再去想一想。所以现在回头来处理第三项原条原修正案的第二项。大概就是这个因据实为完全陈述，这个怎么去判断？还有提供相关资料，因为刚刚我们讨论好像要提供资料的范围是蛮广的。那如果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宣示性的规定，大概据实完全当然是要求。那如果说是有罚则的话，照刑事诉讼法181条好像没有完全这样的一个规定，就不是完全的一个这个构成要件，没有一个没有，大概只有要求据实吧。
到完全吗？没有，其实在我们相关的行政法规当中啊，你面对行政机关的答复的时候太多了啦，都有要求你据实完全的答复，如果没有马上就会牵涉到行政法，这在我们国家目前的行政法规当中可以找一坨拉骨这样的规定出来。现在相对的是你在面对国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的要求啊，我刚刚赞成主席的裁决啦，就避免争议，把那个罚则的部分看接下来怎么样处理。那现在就是就这个法律原则的设定本身，我会觉得这个条文本身写的规范，从我们希望能够去强化国会的调查权、改革人事同意权的角度来讲是对的。那现在的 focus 只有在说，到底要用刑事诉讼法的拒绝证言的事由，还是用行政诉讼法？刚我解释过，就行政诉讼法它拒绝证言的事由是比较宽的啦，宽相当的多。啊，刑事诉讼法相对来讲是比较窄。那我们可能就一个一个，就是从具体的例子来看，是不是说？行政诉讼法里面有哪些规范拒绝证言的事由没有涵盖在刑事诉讼法当中的，而认为有必要让他可以不要去回答，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可能从这个角度上面来思考这个问题会比较具体一点。顾委员，你有什么意见吗？我们处理到这个原来条文，刑诉法的181条就是刑事诉追啦，可以用这个。那么刑事诉讼法的145跟146，145是指说也刑事诉追或蒙耻辱啦，蒙耻辱，那这是一个。那146大概主要就是有144，就是那个公务人员啦齁，得到应保守秘密的事项，这个。然后第二款是那个专门职业人员，大概最重要就是像律师、医师这些为了保守他职务上的一个知悉的秘密的一个拒绝证言。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这个职业上的秘密啊，职业上的秘密受讯问的时候可以拒绝证言。那但是这个规定它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如果证人的秘密责任已经免除啊，比如说一般来讲就是说律师他经过当事人同意啊等等的这样的规定。那所以一般当然了，因为你后面那个如果连结罚则是罚款的话，当然大家都是连到行政诉讼法嘛，因为比较就少连到刑诉法。那现在就是说有另外一种规定方法，当然就是说有正当理由啊，这个然后再去做解释，当然是一种。这样问哈，对不起，我打开，我有这样问哈，因为我们这个是处理到他主动提供的资料，跟他被动，我们再去追问的嘛哈。那譬如说这个某提名人，我们问他说，你的成年子女，他有没有在哪一家公司有持有股份？好，那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他要怎么回答？就是说。这个用刑事诉讼法或行政诉讼法，它会有什么不同的对待？但这是一种问题。另外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假设有人问他说：“请问你的儿子是不是自闭症？”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被迫回答。我们如果给他比较多的保护，他有可能很多秘密被他保护了。可是我们剥夺这个保护之后，他可能会有很多，说不定。不一定跟这个审查相关的，他可能被迫就必须要回答。但是因为提问的人并没有说明说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要求提问的人证明说我这个问题对我审查是必要的，所以他就必须要回答说他的儿子是不是有自闭症。所以这个部分的斟酌是不是各位可以给我这个解惑？刚主席在讲的第二个问题，他本身啊，其实就跟他本人的适任性是无关的问题。这个谁做判断？谁做裁判呢？就是说，您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只是问你一个问题，但我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但你就不得不回答我啊，你就必须要据实以告啊，到底跟他是不是适任，这谁来做裁判？
就所以就牵涉到一开始的设计啊。我一开始的设计是说，本来是由委员会去发问嘛，所以在委员会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它有个公共理性讨论的过程。那我相信委员会经过讨论的，是不至于出现这样的题目。但是现在放宽了嘛，放宽到说党团也可以提问啊，那可能会出现像主席刚刚所讲那样子的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的层次并不在于说我先落入了一个范围以后，然后可不可以拒绝证言的事由。因为你要先画一个圈圈，那拒绝证言是在这个圈圈以外，我把那个部分把它砍掉。那刚主席谈的是，其实已经涉及到的是你一开始的问题是不是进入那个圈圈的问题。你如果一开始的问题是连那个圈圈都没进入的话，是没有办法透过在立法设计上面，透过要把那个圈圈里面砍掉一块，要特别保护的方式来予以处理。那个时代力量的三十条的第三项，其实是有提到，我想应该是被提名人了、被提名人他列席说明跟答询也准用了，所以确实也会有主席所讲的，就是说个别委员要求他说明跟答询的时候会提出一些问题，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他这个是那即使是没有写这样的准用的规定，那当然也会有个别委员，包括不属于党团的委员啊，或者是说他到委员会来列席答询，一样都会有这个问题了。这个是不。现在这里就说这个第三项啊，它到底是只是限于说委员会要他提供的这个与其资格或适任有关的问题的资料，还是说跟答复，还是说将就是所有的委员将来在质询的时候要求他提出的这些的资料都包括在里面？问题很大。这样啊，我跟各位，我们再想一下了，好不好？我们这个包括刚才二十九条的修正动议还没有处理啊、哦。那么，跟各位报告、哦，因为我们等一下十二点要开始协商了哈、哦，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做一些宣告。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就立法院会议录影录音管理播送办法所提书面意见，列入记录，刊登公报。那么，我们刚才讨论二十九条之一、三十条之一等啦、啊，这个条文，我们请各位啊，利用休息的时间再思考一下。我们下午三点继续开会，现在休息。好，我们十二点十分开始协商。好，有三点。